咱王副市长，咱今仔日这个02年了，这个专案的各位，咱市政委在各位局处首长，因为以为韩文台南市政府要求这个02年善款补助各校明细，咱市政府目前还未将资料送到议会，我个人代表议会也予以谴责吼。咱迄份30份，希望教育局将补助各校的明细送到议会。本小组的成立是经过大会授权，阮希望市政府能予以重视，卖遮严重的代志。这个善款大家来讨论，咱把善款用到各学校的明细资料，议会要求送到议会，到现在没有送到。那我们请教育局长马上在30分钟内送到议会，我们再继续开会。好，我们休息3分钟。
咱目前，咱本会当然有三个吼，达到咱开会的法定要件。咱市府公务局长、各局处首长，交本会当然，新闻媒体各位小姐先生，今仔日是2206赈灾善款应用情形的专案报告。咱首先来欢迎咱私立主文文理短期补习班国小的协同，咱欢迎伊来议会，甲咱参访吼，咱多谢。慢点，看看。好，还有今仔日管理的时间，我想原则上一届一个议员吼，5分钟。会当演一分钟，演一分钟了，不管你啥物人，咱就是吼，卖阁讲消音，希望你阁按继续按第二轮啦吼，安尼较袂有争议。五分演一分，上加6分钟。吼、哦，咱今仔日议程，首先咱请咱的召集人吴市长报告吼、哦，第二等一下副长，第二写社会局的副召集人报告。第三，咱请公务局报告，咱遮个要怎处理遮个散落代志。第四个，督察局长报告。第五，就是咱今仔日简单讲，社会大众上重视的，就是善款有16亿，用在咱各国中国小改建。今天是比较争议性的问题哈，当您报告了，我们就。请各位议员来询问哈，啊，每个一人的时间，我们请副市长哈，有几位报告人，时间拿捏一下哈，好，开始。主席。各位议员，你是先生。那今天由市政府来做专案的报告。2206台南市受创非常严重哈。那因为维冠大楼的整个倒塌，造成115个人死亡啊。那这个同时包括东区、安南区、中西区、新化等等，也发生地震的。产生的土壤异化的状况哈，那所以包括地震的损害跟土壤异化的一个附件啊，等一下都会由相关局处来报告。那也非常谢谢议会对2206各项补助的支持，那也非常谢谢全国各界对于台南市这次的赈灾啊的。大力帮忙哈，出钱出力。那台南市的这个赈灾补助款的发放哈，大概有4个原则哈。第一个就是同理心啊，市长希望所有市政府的同仁站在跟灾民同样的心理啊，同样的心理，这样的心情去帮忙他们复建，帮忙他们重建新的生活。第二个原则就是所谓多元的照顾，这个不只是对人的照顾，对房屋的复建，对于公共设施的修复等等这个前方面的人处理。那第三个原则就是说专案内管，每一个受灾户，包括社工，包括他的补助款，包括他房屋的修建，包括他公共设施的复原等等，都是每一案逐案列管。那第四个就是补助款公开透明哈。那这个所有的补助款是经过做委员会、重建委员会审过一次以后，监督委员会去做经费的复查哈。那这个不管是重建委员会或监督委员会，都是委员要充分讨论，而且全数通过。如果有任何人有异议的话，都会重新再讨论。公开透明的原则，那每一个礼拜二，我们都会把这个礼拜，所
补助的任何的款项啊，公布在网站上面，等于完全是公开透明啊。底下对于监督委员会那个开会状况，总共开了四次，然后最后一次决议以后，现在将来应该是大概一个月一次，因为现在的重建已经接近尾声，所以所有委员会决议，变成一季开一次，哈，一季开一次。那底下我就请三个单位哈，对于人的照顾还有补助的状况，我请社会局来专人报告。对于公共设施的复建跟土壤异化的善后，哦，这会请公务局来报告。那都发局他会对于五个大楼重建，包括鹅冠，包括文和市场，包括大柱市场，生产路等等，这个忠孝大楼啊，这几个大楼的现在的复建的状况，做一个专案报告。那最后应主席的要求，各位议员的要求，会请教育局报告这个学校，校舍修复的状况。以上我在这边报告到这边，谢谢各位主席及各位议员的支持，谢谢。及各位议员，大家早安。社会局报告，社会局在人的部分，我们对人的卫助跟补助在这边做一些报告。那在灾民卫，我们强调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灾民卫助全面照顾，另外就是我们的一户一案全程陪伴。那我们灾民卫助的部分，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的，就是我们在对罹难者的这个补助的部分，我们在第一阶段是每人300万，那第二阶段我们追加，就是第二阶段我们每人再追加200万，所以300万的部分是包含法定救助100万，所以总共500万里面有400万是善款的部分来对这一些罹难者的一个慰问，这个是亡者的部分。那另外就是伤者的部分，有重伤跟轻伤。伤者的部分就是每名50万，那轻伤的部分20万，那我们还有微轻伤，就是3万元的这样子的一个慰问。那我们总共呢，在这个另外就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我们后来在第二阶段，我们也加了这个身障慰问金。身障慰问金是针对两位有截肢的这个民众，他们比较就是说他们截肢以后，他们可能终身没有办法复原，那他们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影响他们的就业，所以有100万到150万，有一名领到100万，一名领到150万，所以这个是身障慰问的部分。那另外我们在人的部分，我们也关心到他们的长期生活照顾的部分。那长期生活照顾，我们也这个实施计划也让这一些民众他们在后续的生活照顾的部分，因着个别的需求，那由社工，我们每户一个社工，那这一位社工他经常性的访视跟会谈，会去关心他们实际的需求，那来针对他们每一个家庭不同的需求来做不同的一个补助状态。那每一名呢，大概就是3000到5000这样子的补助。那最多呢，一个家庭一个月不超过20000元，每户每月不超过20000元，那都由社工来帮他们做一个申请的部分。那另外在这个医疗照顾的部分，因为我们这一些受灾的民众，受伤的，他们当时住院的时候，他们有一些需要看护在医院，那这个部分也在这个医疗照顾的实施计划里面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补助。那另外他们出院之后，如果还有需要看护的，或者是相关的很多他们的需求，包括孩子可能需要保姆照顾，或者等等他们的一些生活的另外在健康的医疗的支出的部分，我们也都有编列相关的
医疗照顾的一个经费。那另外在教育辅助的部分，除了既有的善款的支出之外，那另外还有很多就是银行界他们也指定，就是说在孩子的部分信托，那让他们长期的教育，大概针对的一些失依或者是在这个受灾之后他们陷入单亲的一个家庭的状况，或者他们是父母双亡失依的一个状况，那我们除了善款的信托之外，另外就是很多的银行他们也会在每个月或者是每个学期来做相关的一个补助，这个是在教育的部分。那在法律辅助的部分也有相关的一个编列经费，但是现在因为有法服还有这个消基会的部分会来帮他们做一个诉讼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协助，所以目前法律的这个部分还没有人来申请，但是未来如果有这样的需求，大概都会可以来申请这一个部分的一个补助。那另外保险协助的部分，因为有指定在投保相关的十五岁以下没有办法领取，未满十五岁的被保险人，他们没有办法获得死亡理赔的，有24名，所以他们也在这样子的一个指定捐款的一个情况下，每人会获得61.5万，这个是保险协助的相关的部分，在社会局这边来做一个动资的部分。那连结慰问，我们在端午节已经有做每户10000元，还有这个端午节的这个慰问这个礼品的部分。那另外在中秋节9月的中秋节也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慰问。那还有另外就是春节今年的春节，这个3节我们都有相关的一个经费的预列那来做相关的补助。那一户一案全程陪伴，就是每一户都有一个社工，那看着这个家庭的一个因着这个家庭的需求，那会做不同的一个协助的一个设计。那社工本来就是一个因着家庭个别家庭的一个变化，个别家庭的需求，那提供不同的一个面向的一个协助。那这个是社会局在这个部分做最多的一个关怀。另外未来三年我们也会继续来做一户一社工这样子的关心，不管是在个别的关心、个别的处遇、个别的治疗，或者是团体的治疗，包括諮商的部分我们都会做媒合。那人的照顾的部分以上做这样子的一个报告，谢谢。好，请公务局。主席蔡议员，各位议员女士先生，现在由公务局来报告这一次赈灾有关房屋以及财务损失以及这个公共设施的复建的这个状况。这次受损房屋，那最主要有三大栋比较大的是维冠大楼、幸福大楼、大致的这个生产市场。那这个损失呢，维冠大楼是依照这个市政府新办公共设施拆迁补偿办法的这个标准去计算，以100%的这个单价的补助为标准，那最高补助300万。另外呢，有关幸福大楼还有大致的这个生产市场，一样是以100%的这个计算去计为标准，那么最高的这个补偿呢，补助呢是200万。那这三栋加起来呢，大概是3亿元。那么第二项呢，就是除了这三栋以外呢，其他有受损的这个房屋的案子那我们大概接获了5700多案子。那5700多件，我们也是每一件委托4大工会的技师或建筑师去判定。那么需要补强的有或者拆除的呢，列为红黄单的有579件。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们也是必须拆除重建的呢，那么我们也是依照市政府新办公共设施拆迁补偿办法的标准去计算那么最高200万元。那补强的部分呢，是150万最高的这个补助。
那这部分呢，一共经费是3亿2533万。那么第三项呢，就是土壤异化区。那土壤异化区呢，它房屋受损可能很轻微，甚至没有受损，就是说它的结构并没有破坏，但是它呈现了以后，或许呢它的使用成了问题，而且呢也很难去处理，必须提升或者是做土地的改良。那本来红黄单的这个标准呢，并没有这个土壤异化的这个如何去判定。那我们也大概依照这个呈现的这个状况，还有倾斜的状况，那么比照红黄单半体，大概就是以这个呈现的这个深度超过20公分的话呢，那么我就比照红黄单来做处理。那这一部分，我们也请这个技师还有建筑师去计算，它有损害部分多少钱？那么这个提升的话，把房屋提升要多少钱？那么土地改良要多少钱？那这一部分加起来呢，一共大概是5亿3500多万，也就是说下限20公分以上的部分呢，那需要提升或者修建，甚至土地改良的话，经费一共5亿3000多万哈，这是这个土壤异化的部分。另外就是围观大楼，倒塌了以后，那一部分想要重建，那也有一些部分的这个住户，他认为应该想离开这个伤心地，那市政府原则上尊重住户的这个决定，所以除了由都发局辅助他重建以外呢，那么土地想卖给市政府的，那我们也以这个这个市价的这个标准来做这个补助这个收购哈。那我们本来以这个估价师他所估出来的标准大概是1坪37.7万，不过为了这个继续能够照顾这些住户呢，早日呢也能够恢复基本的生活呢，我们最后经过重建小组这个决定呢，每一坪一楼是64.1万，那么其他第二楼到第十六楼呢是56.6万，那以这个标准计算的话呢，那全部加起来大概是2亿8000万，那目前呢这个按这个地主协议架构的这个时间呢，我们目前正在办理，那目前大概有117户里面呢，已经有71人呢，那么他同意呢能够出售这个土地，那以面积来计算的话，大概已经达到65% 左右。然后呢，第五项的话呢，大概就是有一部的房子，它在地震倒塌的那个时候，它里面有家具或者有一些有价值的这个东西呀、它大概也来不及这个搬离。那这部分呢，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财务的这个损失呢，那么我们市政府呢，也以这个每一户30万呢，来给予补助。那么这个部分呢，围观大楼的部分大概是3030万。那其他幸福大楼和大智大楼一样，都是在短时间倾倒的呢。那么我们一样呢，以这个30万一户的这个财损呢，给予补助。那这一部分大约是1620万。然后第七项呢，就是围观大楼，它在倒的时候，那么在旁边呢也有几户受的这个损害。那这一部分呢，我们也给予这个补助哈，那大概是325.5万。那其他呢是劳务的哈，那劳务的话，第一个大概就是红黄单，我们请这个技师顾问呢去判定的时候呢，那么大概有800件，那一件8000块的话，那一共是640万。那这个土壤异化区一样呢，我们也是请这个技师顾问去处理的话，那也花了大概是640万。那最后大概就是有关于大智市场幸福大楼呢，他们这个鉴定它的损害的原因那这个大概是有92万。那所以这几项加起来的话呢，那么我们这边这个概估的经费是15.468亿元。那这个就大概就是有这一次地震
有关于房屋的这个补助。那其次报告有关这次土壤异化区，那道路有一些受损，那这一些附件的这个工程的状况，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并不是用善款来处理，而是用市府的这个在准备金来处理。那大部分发生在北区、安南区、中西区、新市区，那一共是有七件，我们大概花了4223万元。那以目前的进度呢，大概以七件里边已经有六件已经完成。那最主要大概就是你这个土壤异化区房屋下陷以后，那么这个道路反而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水沟呢做一些修改。那完工的六件，那其中有一件还没完成，那最主要是新市区，因为它下陷的这个程度比较大，而且呢，目前大概新市区呢，区公所和我们水利局呢，大概已经和这个住户大概也讲好了，就是说大家都愿意提升，然后做一些土地改良。那所以呢，我们会在它房屋修建还有土地改良这部分一起提升的时候再一起做，不能说水沟先做啊，然后再提升。所以这部分目前还在处理中，那还没完工。以上是公务局的这个报告，那敬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指教，谢谢。好，等一下我们，好，吴局长。大会主席，啊，各咱在座各位议员，先进，啊，各咱媒体记者朋友，啊，各咱来参访的这个小朋友，刷来由都阿局这边来报告几个重建的进度哈。那我们目前大概都阿局负责的这一个重建的部分哦，是维冠大楼、大智市场、幸福大楼，还有文和街的协助的部分。那因为在这四栋大楼哈的规模大小不同。以这个维冠跟大智来讲，因为它的住户都是超过百户，所以要如果说今天不走都市更新，要用100%原地同意来重建的话，事实上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在维冠跟大智市场呢，我们就建议它采用都更的方式。那第一个，它不用100%的地主同意；第二个呢，它只要有符合一定的比例，那就可以开始来兴建。那幸福大楼跟文和街的部分呢，那也经过市府哈，因为它分别只有6户跟13户，那也经过我们市府的一个积极协调以后，现在都已经开始在进行这一个原地重建的一个整合跟这个设计的部分。那以下先来简单的说明一下，以都更的方式来做这个重建的话呢，那它势必呢就是由这个住户呢要先开始成立一个更新委员会。那它有两种基本的方式，第一个是采取传统的这一个都市更新的一个整合的模式呢，它就要从这一个筹备会那10%的门槛以后，那开始都更委员会要50%，一直到最后都市更新审议结束，要进入到重建阶段的话，要75%以上的这个地主的同意。那如果说采用讯行划定的话呢，那在前面的阶段呢，都只需要1/2的地主同意，但是到了权力变换，还有后续的都市更新审议的时候，仍然要符合一个人数的一个门槛的一个标准。那第二个呢，当然就是说，以都更来讲，它的优点就不用100%地主同意。第二个呢，它也可以申请相关的一个容积奖励来做一个申请。那对他们来讲，是可以来降低一些财务上的压力。所以我们除了协助他们来成立这个更新的大会以外呢，同时呢，我们也为了让他们过程当中能得到更多专业的协助，所以也帮助他们跟内政部会营建署来申请都更的这个专案的一个规划的一个补助。所以在后续呢，都更的手续进行到中间的过程呢，他就要进行这一个建筑规划设计跟都市更新事业计划还有权力变换计划的一个程序。那在这个阶段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协助他寻找专业的规划师、建筑师，或者是甚至现在在都更里面有所谓的建筑经纪公司、经理公司、建经公司，他是除了协助营造以外，也可以协助他们做一些融资。
所以呢，对于住户来讲，如果是有寻找到适合的，那配合能够相互配合的这一个建金公司的话，是比较不需要担心专业的部分，那经济的压力也会得到一些协助。那所以借由这样的一个整合，其实是也可以加速他们来进行一个重建。那目前我们是积极来建议他们朝向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建筑设计跟这个权力变换的一个事业计划完成以后，我们就会进行审议。那这个审议大概预计是要3到6个月的一个审查期。所以呢，我们现在目前呢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来协助他们。那以下呢是开始以下呢是就目前的几栋大楼的一个进度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第一个围观大楼的部分呢，我们是采用双轨制的一个进行哈。那最主要是在我们在二月份开始进行相关的这个租屋安置以后呢，3月份开始跟住户进行这一个面对面的一个会谈哈。那围观的部分呢，已经在3月初就发现有部分的地主呢坚持不愿意再重建，他希望能够异地购置。那所以呢，我们也经过意见的一个沟通确定，开过2次会都确定有这样的意见以后，在4月10号呢召开所有权人说明会。那这个希望异地购置的住户呢，也在当天正式提出请求。那所以如果要把这些人再纳到都更的范围里面的话，势必会加高他们的门槛，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都更的门槛。所以我们在4月20号启动都更辅导团的协助哈，那厘清他们双方之间有多少人希望重建，有多少人希望离开，再去把它做个区分。这样的话可以帮助都更的部分呢，都更重建的部分呢，降低它的一个门槛，能够加速它的一个重建。所以在5月1号跟5月9号呢，就分别帮他们来进行这个都更的一个筹备会跟说明会。那在6月份来正式核准他们做一个筹备会。那在7月份开始启动这一个异地购置的这一个协议架构的这个时候呢，那就开始涉及到未来的这一个重建到底有多少人。那所以我们在目前呢，有跟公务局在紧密的一个联系哦，就是要确认到底最后有多少人啊，必须要购置土地，要做移转登记以后，那我们就会来协助这个更新要重建的呢，来加速来办理这一个汛情的一个划定哈。那希望能够加速他们的一个重建。那所以目前上来讲，我们也经过跟双方地主的一个沟通哦，那大概基本上双方现在的都是互相祝福对方哦，那异地购置呢，也希望能够早日能够取得，能够寻找到适合的地方。那在这一个重建的部分呢，我们后续会加速来协助他们成立都更委员会，还有跟中央申请这一个都更的这个专案的一个补助哈。那未来在这一个重建的部分来讲，除了原来在公务局这里呢，已经有提供1坪58的一个建物补贴哈，那建物补贴原则也是希望能够协助他们做重建，再加上350万的重建的一个利息补贴。那所以未来呢，在整合上呢，我们还会再协助他们找相关的这个专业者，还有或者是建金公司来协助他们，那来降低他们的一个负担。那这个部分我们都会一路呢陪着这一个重建户了这里来积极走完这个程序。那第二个是大致市场的部分呢，目前呢它的整合的速度非常的快。那在3月24跟3月30号分别召开了会议，就已经确认他们超过80%以上。那等于所有都更的门槛都已经全部都跨过了。那所以我们在里面呢，很简单把它区分出来。外围的店铺的部分呢，我们也整合了，他们同意用这个整建维护的方式。那所以它虽然是同一个都更案，可以区分成2个都更委员会。所以在4月17号我们正式开始协助他们以后，5月5号双方都已经两边重建户跟这一个整建维护呢，都已经达到同意比例，分别是80%跟100%。那所以在6月份筹组跟这个大会呢，很快都已经完成。那所以我们在8月3号呢，已经正式开始把他们做这个都更的一个规划的一个补助的一个申请案。那在2周内哈，也就是说在这个礼拜，营建署原则上就会核定他们的一个补助案。那这个部分我们在这个礼拜完成以后呢，也会通知这一个重建会呢这边呢能够赶快来开始进行。那第二个呢，营建署也希望我们赶快协调他们呢，
能够取得能够加速来跟相关的建筑专业或者是建金公司的一个联系哦，能够尽快来启动这个重建。那我们希望赶在年底前，让他们把都市更新的一个事业计划能够赶快提出来。那所以整建维护的部分呢，因为内政部至少可以补助45%，那加上原来提供给他们的这一个建物补贴的修缮款，对于他们这个整建的一个部分来讲，应该是没有问题。那所以后续的部分呢，我们会来进行做协助。那幸福大楼的部分呢，因为原来的这一个原来的这一个建商哦，他事实上持有的这个建物的面积跟土地面积都过半，那他没有意愿来兴建，所以我们在3月21日开始到4月12日呢，我们都一直协调说双方是不是可以同意来用分割。那在目前来讲哦，把它分割开来以后，在7月26日已经确认整个调解的一个结果，那双方都同意来做一个土地的一个分割，让这个6户的这个重建户啊能够来加速来进行，他就没有一个门槛的一个条件，也不需要再走都更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那后续的这个寻求建筑师的规划设计这个部分呢，我们会一路也会陪着他们一路来做这样的一个申请的规划。那文和街最后是文和街的部分哦，那文和街的部分因为它都是超过50年以上的一个低矮建筑了，那在第一次座谈会以后，他们13户呢都倾向于在原地重建。那后来呢，因为它的这个建筑面积都相对比较小，那重建的一个重建的这一个技术上比较不困难，所以那再加上这个，我们也经过去不动产投资工会呢，也指定了有工程捐助款1000万呢，来协助他们来优先做一个重建。那不足的部分呢，再由住户呢来自行来补助，这不自行来补贴出来。所以在7月29日，文和街的13户的一个重建工程已经经过公务局这里来做一些上网发包，预计在今天来办理决标。那全部的工期呢，大概是5个月。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尽快赶在明年的过年前呢，能够让文和街的这13户能够早日的来达成他们这个入住的一个心愿。那以上是都发局的一个有关重建的部分的一个报告。好，那在交易前面报告前，我以超级人新闻大概报告一下。第一，这个0602赈灾款244所学校交易行稳安小组，就是讲按100年1月到105年5月，这24间39栋全部要甲教育部申请经费。第二，咱这个教育局甲中央特经费66间，中央补贴咱1,8,297,0003000元，交易提供我们资料，会再提供都有三间重复尔，伊24间内底有3间重复，简单讲21间拢无报教育局，教育部申请，所以我希望咱教育局长爱说明清楚，是安怎这24间，伊交地动有没有关联性？有没有立即像市长讲有危险性？无马上用善款来处理，未使，因为这个小组是善款监督小组，我们有义务。像刚才甲大家讲过，我阁重复一解：100年赖清德就任到5月，这24间从来没有跟教育部申请补助。第二，咱这届有申请补助66间。伊补贴咱1,800,000，干那3间，啊！我做主席，你我讲了嘛？我做主席，我个监督小组的主席，我有义务跟大家报告。以后叫小组你坐下来，我主席，我监督小组主席，我义务跟各位报告，你坐下来。你要去玩，不是来去玩的嘛？你我讲了你嘛？你想哪？你是干啥啦？你坐下来。你坐下让我讲完嘛。唐议员，你这位立委，我甲我做小组这几日大会授权我
当主席，我收集资料报给大家听，不行吗？你我讲了，你才讲嘛，好不好？你是安怎？我做主席，我甲我大会授权，我做主席，我甲这几日收集资料，伫教育局面报告前送给大家听，不行吗？我要求他说明，不行吗？啊，你无我讲了嘞。我叫他报告给大家听，安尼袂使。好，你坐下来，坐下来。大会授权我做主席，我袂当讲话。唐议员、唐立委，大会授权我做主席，我甲收集资料，讲我大家听，叫教育局讲清楚，不行。解会，来，请唐演出去，请唐演出去。解会，请唐演出去。解会，解会。警卫，请唐演出去。我要叫伊报告，我唔是执行。唐立委，咱伟大的民进党唐立委，我只是将争议点告诉大家，请他报告。请问，请他出去。我议员，我做主席大会授权，我叫教育局报告，阿比公了，你不要我讲。我哪里没有主席？我哪里有问题？我要报告你们，请他这几点说明，阿你袂使吗？哪里有执行？我哪里有执行？我请他讲这几点以后报告给大家听，根据哪一条议事规则？你讲我听，我哪里执行？好，警卫，你坐下来。唐立伟，互相尊重了，好不好？好。我再重复一次。根据教育局的公文显示，这二十四间三高等的善款，自100年1月到105年5月，没有跟教育部申请老旧校舍改建的记录。第二个，教育局这次发文，教育部申请善款，教育部核事业要核准下来的经费总共18,293,000元，干那三间有交，这届24间善款有关联。我们请教育局明确的说明，为什么提出善款申请的原因？我请教育局来说明。我哪里执行？好，不要耽误大家时间，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唐议员，好，洪议员，我第二次再跟唐议员提示。给我声音，给我声音，那个主席。请王议员、唐议员先镇定好不好？请王议员跟唐议员暂歇一下。主席，我给你一个啦。我用第二次再，请要尊重主席的意见。好，洪议员。主席啊，我讲啊，这个代志是因为迄一天我做主席，贾良家议员质询的时阵，
要求市政府在一个月内针对0206善款的使用来议会做报告。那刚好虽然已经超过一个月，但是因为我们把它排入临时会的议程，所以为了议事的和谐，我建议我自己推荐我来做主席，你两个下底坐，这样好不好啦？哦，因为那一天也是我做主席的啦。好好，是啦。唐立伟，咱老丈有囡仔咧看啦吼。好啦，安尼较和谐啦。咱老丈有囡仔咧参观啦吼。好，我们就那这样好不好？唐远，我建议我到下面来做了哈。有洪用上来做，这样好不好？好。好，大家有没有意见？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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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好，没关系的。好，那继续我们的议程，请教育局长报告。主席，还有我们在场的议员先进哈，以及我们今天到现场的哈，我们这个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哈，还有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安哈。那教育局呢这边来报告一下呢，就是有关于0206的这个地震啊。那我们其实是分两个部分来处理哈，一个部分呢是有关于受灾的学童的部分哈，那这个部分呢到7月31号止哈，那有这个像狮子会啊哈、福伦社啊哈、还有行天宫哈、红十字会等等哈，有九个单位哈，总共呢捐助了17,657,744元哈，那协助我们受灾的这个学童呢，来包括他的生活或者是在学习上面的需求哈，那总共有这个389人次的学生呢，受惠哈。那这个部分的这个补助呢，其实它有一些是属于长期性的补助，也就是说它可能是按月哈来提供他助学金哈，然后生活这个津贴的这个部分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的来办理哈。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有关于呢这个刚刚大家很关切的哈，有关于我们0206的这个善款哈，我们做在我们以这个学校受灾的这样的一个校舍的这个重建的部分哈，那我想我们为什么会提出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哈，最主要是因为在0206的这个地震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在第一时间哈学校回报的受灾的情形呢，我们271所学校里面呢，这个238所学校呢，它是第一时间就报了这个他们灾损的情形哈，进到我们的这个校安系统里面哈。那诚如刚刚蔡惠议员呢他所提到的，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哈，行政院的补助跟我们市府呢在灾损金这个部分的这个支出呢，我们已经投入了2亿1800多万元哈。那为什么刚才蔡议员有特别提到说啊，为什么好这个金额只是2亿多哈？最主要是因为呢，当时行政院呢要求我们所呈报的是抢修抢险的部分，也就是说好立即性好需要马上处理的哈，他不做呢这个校舍大规模的这个整建或者是修建好这个部分哈。那其实我们当时呢在提报给行政院的这个资料里面呢，其实也包括了哈这个希望能够核列我们哈有关于这个大规模的整建的哈这个或者是这个整修的经费哈，但是当时呢行政院后来给的回复是说，好这个呢列入好未来好在这个行政院如果有这个计划的时候呢列入这个考量哈，所以并没有呢把我们当初所提出来的这样的经费呢获得补助。那最主要原因就是他先以抢修抢险呢为这个第一要务，也就是说让学生在开学之后呢可以能够安全的哈，然后呢来上学哈。那其实我们教育局呢是从地震之后呢就学校的
这个扩大受损的情形哈，以及呢我们考量到校舍的这个结构安全哈，跟后来呢配合这个土壤异化浅市区等等的多个面向呢，来重新盘点我们在国中小的这个老旧危险校舍呢，必须要拆除重建这个部分呢，总共是有各位手上的这个资料哈，24校39栋哈，这样的一个情形哈。那我们也是希望说，这个能够掌握，就是把握哈这样的一个这个重建的机会呢，让我们的学童呢，在一个安全无虞的这个环境之下呢，能够有效的来学习哈。所以呢，其实我们也调查过，就是说在这24校39栋的这个建物里面呢，在就是在学童的这个学习方面，其实呢，有超过10000人哈。那但是呢，除了跟各位报告哈，就是除了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拆除重建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一部分呢是有关于要耐震补强的这个部分哈。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有把它盘点出来哈，包括呢61校172栋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的经费呢，也要呢10来亿以上。这个经费我们也会呢，就是市府跟这个教育部这边呢，来积极的来争取哈。我们也很希望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两个部分同时来进行，让我们呢台南市大台南市所有的学校的校舍呢，在这2-3年之内呢，都可以真的打造一个安全无虞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校舍哈。那有关于我们今天在资料上呢，有一份就是0266地震受损的校舍重建的这个资料一览表哈，在各位这个议员先进的桌上哈，请各位参阅哈。那其实这些校舍呢，绝大多数都是民国60、70年的时候呢所新建的哈。那它在结构上呢，它是有一个，就是说结构上的这个问题，比方说它有这个当时在新建的时候，它采用所谓的悬臂式走廊，好，或者是这个会产生短柱效应的这样的情形。那再加上它使用的年限呢也比较久了哈，所以呢，其实这些校舍呢，他们都有这个漏水啊、壁癌啊，甚至呢他们有梁柱的这个龟裂情形哈，还有钢筋裸露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它经过这次0266的这个地震之后呢，其实它的这个状况呢是有加剧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哈。那以这次呢，在地震过程当中，其实我相信这个各位议员先进呢，都在媒体上有看到那个预警国中哈的那一栋这个校舍哈，就是整个这个裂开了，很严重哈。那这个校舍其实如果从它的这个耐震的这个评估的资料里面来说的话呢，它都比我们现在所提出来的这个学校呢，其实它的安全性都还要再高一些的，可是呢，它就在这次的地震呢，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哈。那也非常感谢呢，这个市指挥他们在第一时间呢，他们就提出哈，说在这个预警国中的这一栋这个专科教室呢，他们呢愿意用捐建的方式哈，来协助呢我们处理哈。那其实除了预警国中之外呢，有几栋校舍哈，像这个昆山国小啊等等的哈，有几栋校舍呢，其实它后来也是由这个民间的这个宗教团体哈，他们协助呢要来做一个补强哈，这样的一个动作哈。那除此之外呢，当时我们第一时间哈，像这个嘉里国小哈，还有这个左镇国小哈，他们的校舍呢，我们也第一时间提报了行政院哈，行政院呢也愿意呢说在这个部分呢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协助了哈。那其实就教育局的立场来说哈，我们是很重视哈，这次校园能够有重建这样的一个机会哈。那其实我们已经呢在市府里面呢已经成立了一个0266地震受损校舍的一个重建辅导团哈，那由我们吴副市长呢来担任召集人哈，那我们李秘书长呢来担任副召集人哈，因为吴副市长跟李秘书长呢，他们都是有这个工程的专业的这个部分哈，那另外还有其他局处呢一起呢来做哈。
那所以我们会秉持着哈，在2206地震灾害捐款专户管理及监督委员会的这个决议之下呢，来妥善的进行呢运用呢这一笔经费。那我们也希望说呢，透过这个校园的拆除重建哈，可以呢做一个完整性的规划哈，然后来打造一个安全实用，而且呢具我们台南特色的一个这个新的校舍，而且也融入了哈我们低碳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呐哈。那我想呢在这里最后呢也跟各位报告，就是说在善款的这个支用上，诚如刚才我们吴副市长所说的哈，就是说我们是以这个灾民哈，照顾灾民为优先哈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来用。但是我们呢教育局呢也希望说在这个善款足够的情况之下哈，用负责任的态度哈来这个能够打造一个学生哈能够很安全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哈，所以我们也会用最高的标准哈来处理这件事情哈。那其实我跟各位报告哈，在2206那一天地震一发生的同时，我第一时间知道维冠大楼的倒塌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校长，因为呢我们住在维冠附近的校长，他要开着车到他自己的学校去看是不是有灾情。好，他把那个从家门出去没有多久看到那栋校舍倒塌，他传了那个照片给我。好，我倒不是从媒体上或者是什么那个什么 PTT 那些这个网站啊或是 FB 看到的。那显然就是说我们校长们他其实在学校主持校务的时候哈，他们也是非常非常重视哈就是学校的这个校舍的安全。那也在跟各位这个议员先进报告，就是说其实我们从县市合并以来哈到现在，我们每年哈都投入了大概2.3亿以上的经费，好，在做校园的这个危险校舍的拆除重建的这个部分，好，那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希望说，这个如果呢校舍上有这个明显的这个受损的情形的时候，我们都会优先来考量。那另外我们每年呢也投入1亿以上的这个经费哈，来做校舍的这个补强的工程。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持续以来，我们不间断的，我们其实一直在争取相关的经费，好，教育部的经费，或者是我们自己这个市预算的这个配合款，或者是我们一般性补助款这样的经费呢来做。包括呢在之前哈教育部前部长吴思华吴部长哈，以及这个前行政院长张善政张院长，他们到台南市，当时他们是都指定去看御景国中的那个校舍的时候，其实我们教育局当场提出来的简报资料里面也包括了，就是所有我们台南市的这个校舍的拆除重建跟补强的计划，好，请行政院跟教育部呢都可以纳入考量。我们也希望说，当时行政院是可以用专案的方式来处理我们这个部分，好，所以呢我们是利用各种的机会，希望能够让我们整个台南市好在校舍的安全这个部分是能够达到一定的这个标准的哈。那我们也希望说就是以最负责任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然后也希望各位议员先进呢能够给我们最大的支持，因为这个呢影响到的是我们所有学童的这个人身安全、生命安全的这个部分哈。我做以上简要的报告，谢谢各位，谢谢。好，那个谢谢吴副市长及各相关局处首长的一个报告。那接下来要请同仁发言，每个人发言时间5分钟哈。那如果你说你还没有讲完的话，那再麻烦我们至多延长1分钟。刚刚主席的才是这样子哈，那就是他在按下一次发言的一个机会。那第一位发言，请曾顺良议员。这督察局长，有关直到2206。阿湾台地里的生产市场、生产市场，对，我是有他都要足深足咧听你报告。是，但是我有看因重建会就对了吼，对，连续，对，因即卖是要拄跟一定超过
八成，百分之八十啊。对对。哦，一定，但是因嘛有买伊个台北营建署，已经有要申请即个法定的补助嘛？对。哦，都跟法定补助。哦，这一定会过的嘛？对，营建但是你敢有看到因的报告？因讲敢那即个前置作业，因不足的拄啊有迄落833万。是。不足的部分，就是包括是不足的部分，就是包括因的建筑设计甲权力的变换，哦啊，即个前置作业啊，按起物加工有一条龙要甲帮忙，还达成这个都跟，但是你讲。你若即个前置作业拢无做，啊，你讲干那要甲银行借贷，干那靠即个土地就对啦，借贷是无够，因统计出来，因遐开起来就对啦吼，爱有2亿8千万，是，因统计是2亿8千万，是，啊，但是即个前置作业，伊若加上讲甲中央即个法定的补助200几万加了，啊，佫不足833万。拄啊，等于中央会当补助因222万，加起来拄啊1055万，对不对？是。哦，1055万。议员真了解啦。诶、欸，我有甲看，我有足尊重，因为这百姓的小事，就是阮的大事，是，就是阮民，阮民代的大事。所以，叫我希望讲，安会当，既然我们0206这个灾，这个灾，捐赠的灾款的款项的对啦哦，应该用你迄、那个，那小公专。迄、那个灾区的补助就对了吼，我希望讲因要求这个前置作业者按会当个，因为我知影因有领到就对啦，目前有领到钱的啦吼，真正讲正经的有哪无济啦，话拢领了100万尔，因个规个家园拢无领100万，敢那其中有3户领了200万尔啦，村的40几户拢领了，话了差100万啦，尾仔我搁二叔听强烈的建议，较尾仔搁增加按。赖市长尾仔去阮台地里开会，佮增加一个财损30万的，是吼、哦。我伫遮强烈建议，佮尾仔佮增加这个财损。所以你遮就对啦吼、哦。我们这个灾款的捐赠人的初衷啦，就是要重建些因的家园，迅速重建他们的家园。所以是毋是这833万，安那要佮列入，有哪爱佮因帮忙？我们都要有够钱通去。做这前置作业，啊，不，你讲后壁要安那一条龙，要安那互人家银行借贷，要安那我搞尽搞不清楚啦。啊，我希望讲按灾款是有够的，按务必一定要帮忙这灾民，哦，这是我足强烈要求，因为这拄啊伫阮生产市场，所以我特别了解、特别关心这灾民。啊，我知影头前者、头前者的迄落因无爱参加重划，这的透天这店面。因无爱，因无爱参加迄落都跟啦。因但是咱市政府敢那有甲做拉皮呢，啊，敢有甲补助啥？有，就是迄、那个有甲替伊甲内政部申请迄个补助拉皮的钱，嘿，内政部会当补助45%。啊，相关伊若有涉及到可能有诶耐震结构哪些块较有问题，伊相关会当补助甲75%。所以阮是即马同步帮伊去提出申请，就是讲。这个部分呢，到时会当给因有45%到75%中的这个额度，安尼对因来讲，伊够摕到迄个灾损的补贴，安尼加起来要去征收吼，较无问题。啊，至于二座塔迄个建议是真好，就是讲，伊对这个后壁建筑设计到都市更新的这个权力变换的这个手续吼，确实需要有专业的公司。啊，这块部分的经费，当然中央即摆核算落来。确实，就像二座讲的，就讲不足差不多800几万。833万。啊，我有约迄个主意吼，这个立省吼，下礼拜要来谈。就是讲，我头有咧讲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讲找这个建金公司。建金公司伊本身就是有跟银行有合作，伊会对建筑设计到这个都市更新计划，伊有规套的。啊，有规套的时阵，伊也算在整个融资计划里面会一起做。啊，所以我是讲，我找伊先来讲看卖，看伊脑这方面。感觉讲安尼对伊来讲，后壁咧处理啊，较袂遐烦恼，因为后壁拢做专业的物件，伊可能无啥了解，啊，伊来当透过这个公司，甲做这个服务，哦，包括对融资到后壁的这个计划，拢经公司帮伊做的话，安尼伊就会当较清楚，也较唔免烦恼后壁专业的部分到底伊要安怎处理啊。哦，好，安尼你讲咧，我一路过一分钟吼，迄、那个，对了，嘿，我希望讲这个前置作业这就对了，是是。安内做好够，吼、yeah. 哦，安内债款是有够的，因规个工无拢无去，
得到的是足微薄的，但是因若会当接受，我嘛无话讲，我一定拢足强力啊。但是因这前置作业你若无甲帮忙好，因这833万的不足是要对对来，要安怎算一条龙的帮助，我真正够真想无啦。所以我头你个是。哦，所以你头拄好讲要面协调，但是我希望讲你务必要做到，让他们这个前置作业能够顺利达到他们的愿望。安尼我们会来尽力。安尼要都跟着对，才会当赶紧去完成重建您的家园。所以以上我直接跟你讲，你一定要做好。这我内来努力。好，感谢主席。好，谢谢曾议员啦。接下来请蔡玉辉议员。咱的善款拢总差不多42亿3500万，开到尾啊，仅剩3900万，差不多1000万。足侪议员咧讲，国民党党团嘛接着足侪申请，特别永康维冠大楼，原因因需要阁提供低利贷款，今仔争议先来遮大。第一，咱市政府这24间39栋开11亿外。第二，这人要爱要求，后边无多满足伊的需求。伫过年时，大家看到电视，足济大楼倒去，咱台湾人足有爱心。不管个人、公司、个议员，像阮谢龙这伊嘛捐20万，足济人捐钱，议员大家嘛捐钱，当前可能这个人。结果，咱这个小组，我作主意讲，大家拢会同意讲，咱教育局提出这24间39栋的要整建，委员大家拢同意。副市长，我拜托你甲大家同意，吼，资料提供一份给我啦，吼。主席，你甲望做参考。第二，按偌资料就任100年，我有投影哦。100年到继续甲投影到105年5月，这24间拢教育局唔捌全部上京讲，伊是危险大楼。第三，咱即届像咱市长讲的，伊报的是教育部只是有立即性危险性，他教育部敢补贴一年8000多万哦，只人教育部的资料是，我不一定跟你讲不讲。你讲2亿外，我收到到4月迄个核准的是1年8000几万，内底阁有3间，交咱即届要收你有关系。一间是龙田国小，教育部补贴72万，咱结果咱小组监督委员会这个善款核定50万6000啦吼。第二间是东阳国小，教育部。感觉有历史性危险，79万5000，咱核准的是1500万。第三间是关庙国小，教育部补贴咱的是161万，咱核准的752万。既然教育部核准咱的是有必要性，也要再统筹考量要补助无，所以造出来，大家。在受灾后，咱补贴的是个人，咱政府是公法人。大家，我所问的外口听，大家拢甲我讲：哦，议员，恁用这个人捐的善款来补贴校电器，无理。按这一张证据显示，24间，因为低档的关联性，对，有没有因果关系？局长，你证明我看卖，讲这24间39栋是因为这届地动，因为这届地动大部分集中伫玉界交永康，啊，可是你24间39栋，我敢你讲，你是用这个机会，感觉像陈俊仁讲，全部加费甲补贴100万，每个加30万，可是你有想着这个人的艰苦无？咱市政府认为讲补贴面拢有够啊，出了这个钱，我因为财务无。想我赶紧来甲遮个校有需要改建的，我紧甲全部甲处理你咧。我敢你讲，你甲证明，因为这24间39栋是交地动有关联性。我都系论述啊，足清楚啊。5栋你无报，第二你讲有必要性、有立即性，唔过
教育部给你核准的，无啊，无嘛。内底你作者危险系数，当然讲低于一的危险，冇0.78，为1988年起的，哦，作者是起无偌久的嘛。你必须要证明给我们看，讲到底再好用善款去做，它的合法性，还是讲大家的感受怎样？我敢安尼讲，台南市以后发生天然灾害，要叫这公司行的个人出钱，大家会去考虑到这届台南市政府共挪用善款违法乱纪去共去好，大家拢认为这是爱顶政府、中政府爱出，咱财政。一分钟，所以局长、副市长，您请坐。我看嘛，跟你讲，我跟你讲，咱应该考量社会的观瞻。有一个管治政府，你该担当，当用善款去做市政府应该做的工作，还是中央应该做的工作无啦？还是讲赖清德市长认为讲，我若无连任压力，我财务无趁这个机会，全部拢甲落落来吼。个我感觉你补贴遮拢有够啊，吼，遮顺的也好，啊人事也好，我遮给你个足济啊，你有必要说清楚。我认为这16亿敢开用善款来开是无理啦。吼，当然我看卖个工作人员讲，我下晡今日规日嘞，我会个讲，我会给召集人，咱这个专案小组说清楚。只要大家委员拢有同意讲用这善款来做，你讲一个无同意个不让做。我认为这副市长你也讲没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曾王雅云议员。谢谢主席，那个副市长哈，跟各位局长，二楼的小朋友还有议会同仁，大家早。今嘛我咧想啦哈，都假所讲的拢是今嘛那个市政府最喜欢说。是合法的了哈。啊，我今晚的来讲哈，那你记得根据我们灾害防救法的第45条哈，它是这么规定的：民间的捐助救助的这个款项，要由政府来那个统筹处理救灾事宜，然后政府应该尊重捐助者的意见啊，而且这个一定要是专款专用，提供与灾民救助。直接有相关之事务哦，哈，所以不得挪用为代替啊、我们行政事务或是业务之费用。当然一定要公开的啊、把这个明细要公布，这是应该的了哈。那所以善款是不是合法？就以这个法律来看哈，来作为基准哈，是很清楚的。那我们台南市政府要用善款的16.3亿去作为老旧校舍的这个改善的费用哈，这样是不是对的？那学校是不是灾民？好，那第二点就是说，其实事实上学校是政府的这个机关呐哈，不是灾民。它是机关，不是灾民。那学校的校舍，是要用我们的政府所有的这个公共建设的经费去做的，不是用我们救灾款去做的，这个是很清楚的。那如果说有这些倒塌，我们都是应该编列预算，或是跟中央争取经费。我们当然是很注重孩子的教育安全，但是这一些不是发生了这一些事之后，还好有灾款。如果没有因为围观大楼倒塌死伤这么多人，有这么多灾款吗？如果没有这么多灾款，那我们校舍要不要重建？要不要修缮？这也是一个问题。那用了这么多的钱去维护校舍，当然这些灾民一定是有意见的。然后第二点，我们还要用我们的善款去买不愿意重建的这些受灾户的土地，那一些土地以后就成为我们市政府的财产了，这一点也是不符合这个救灾法第45条，也是违法的。
那我们如果要买这些土地没关系，我们应该编列我们的预算来购买才对，因为这一些以后会成为我们市政府的财产。那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为什么有的人想重建，有人不想重建？我想那个吴副市长还没有上任之前，我们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对不对？那我有跟我们的上一任的这个副市长曾副市长讲过，我有提了一个意见，我是私下跟他讲的，我说其实我们最重要的灾款就是要赶快帮这些灾民赶快重建他们的生活，那么很快可以回到那个家去过正常的生活，这是我们政府要做的。我们应该把这些善款，把这三栋大楼，如果不愿意像那个围观是有死伤，有的可能要想不想在那一块地，那我们有很多公园用地啊，我们可以以地易地把他那一栋房子给他盖回来，我们政府是做得到的，然后把幸福大楼盖回来，把大智市场盖回来，不要再去搞什么都跟了、哈，这些是不是灾民也会想啊，你们是不是要用这个方式来演你们要帮他们重建的这件事情做一个借口。我想这些灾款都是大家善心的人士这样捐出来，希望他们重新生活的，而不是要帮政府去修道路或是盖学校。那这一些就是本末倒置了。那我希望说经过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我们台南市政府一定要慎重的思考这件事情，一定有更好的方法。他们为什么想卖地？因为他们卖地的话很快就可以拿到钱，可以重新生活，重新生活就是他们最重要的。如果三年把学校盖好，那你们打算几年可以把这三栋，再给一分钟，可以把这三栋大楼盖回来？如果是一个有能的政府，这么多钱42亿，一定可以在两年内把他们的家盖回来。那至于盖回来他们要不要住，他们要不要卖，那就是他们的事情啊。因为他们倒塌的房子里面东西都不能用了之外，你说你补助那300万，他们要去外面再买300万是买不到一个家的。那我希望政府要做的是这一件事情。我希望吴副市长，你今天要把所有今天我们所提供的这一些事是很慎重的把它带回去研议，然后把他们家盖回来才是最重要的。然后那一些红单黄单的也是要比照这样子来办理，因为有一些根本就是不能住了，我们政府既然把它评定为不能再住人的地方，那我们就要帮忙他重新可以很快的开始在那边生活才是最重要的。那我希望这一点我们的，当然我们教育局长会想说赶快把这些事情解。好，谢谢。接下来请林怡景议员。谢谢主席。我想市政府面对围观受灾户，不管是要原地重建家园，或者是要离开到其他的地方去买房子重置家园，我想当然市政府都予以尊重，那也并提供对策，我想这是普世价值，当然也是市政府应该努力的方向。可是我们看到前一阵子这个想要原地重建的这个自救会的受灾户写了一封陈情书给赖市长，那陈情书里头提到说他们觉得他们很像这场赈灾重建的弃婴，那认为市政府是要消灭原地重建。认真仔细看看他们的陈情书也完全不是没有道理。本席在这里要请教我们市政府几个事情啊。我想市政府应该很清楚，要办理原地更新重建，要需要有专业者来进行辅导受灾户成立更新会，协助受灾户撰写更新事业计划、建价权利变换计划、建筑规划设计等等。这些项目包括重建过程所需要的周转金，市政府在这个部分有没有考量到？如果有考量到的话，为什么在我们整个的善款里头并没有看到任何的一项的项目是框列这个所谓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重建过程所需要的周转金？
所以才会让受灾户想要原地重建的受灾户会有像弃婴的感觉。我觉得这是市政府需要同理心来体会这些受灾户。我并不是说现在市政府没有双轨处理，只是在这个框列这个善款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很大的瑕疵。这个瑕疵会让想要重建的受灾户毫无觉得市政府毫无同理心。我想这一点是市政府应该要再进一步对于这个所谓的善款做进一步的修正框列。另外，我想在这个0206一发生之后，我有听到我们市政府的同仁有说要协助受灾户向营建署来申请补助。那我想其实第一时间我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是很感动啊，觉得啊市政府真的很勇于认识。可是营建署的补助只限于都市更新事业计划的补助，并不包含建价权利变换计划。所以我是感觉讲吼，那安尼看起来，间隔看起来，是不是市政府哦，应该爱给一个期限，来协助原地更新重建有一个对策。而且这个对策出来的过程，恁要公布的进程，是不是爱向受灾户来共同讨论？我想这个机制爱建立起来，无一直拢有感觉讲，想要重建的人无受到重视，因为恁爱了解，恁真的是用背叛的计数来收购要卖土地的人哦，这叫做相对比较。我要卖土地的人，你提关计数给我收购，我有到安心啊，离开这个所在去别位聪明家园。想要原地重建的人，并无受到市政府任何的感受，那是感受。我的意思讲，不是恁无在做，问题是你给人的感受是啥物？这就是市政府要检讨的部分。另外，我想刚刚很多同仁哦，在提到这个用善款来做这个校舍修复这个地震受灾的校舍的问题哦，我提出一个另外的见解啦哦，我觉得说其实哦，市政府的说法说学校也是受灾户，适用善款，好，这部分也绝对没有问题。我想本席对于这部分其实是没有太大意见，是因为学校确实是受灾户，孩子我们也都希望，大家都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不要在一个危险的建物里头上课。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共识。可是为什么会有争议？是因为921震灾，甚至在88莫拉克风灾重建之后，其实都有民间的捐款投入校园的重建的案例。可是这些案例，重点来了，这些案例都是民间企业直接认养，或者是由民间统筹处理的民间捐款。至于由政府统筹处理的民间捐款应该怎么用，921没有规范。可是从2000年的七月的灾害防救法的制定时，45条有规定，刚刚曾旺雅议员也有讲，这个规定是说政府的，再给一分钟，政府的统筹处理的民间捐款，应提供与灾民救助直接有关之事项，不得挪为其他行政事务或业余之费用。所以，既然社会各界有无同款的声音，我想市政府嘛要让咱的用咱的善款来用学校，而且代志要有一个正当性。本席建议市政府正式函请灾害防救法跟劝募管理条例的主管机关来解释清楚。如果中央的解释是 OK 的，我想大家就是很有正当性。我也期期以为这样子才能以招公信。好，谢谢。接下来请唐碧娥议员。好，谢谢。那个我们吴副市长哈，其实啦哈，老实讲啦哈，本身嘛是受灾户啦，但是安那，我感觉讲，我无像咱其他七区的损害这么严重，所以爱将钱开伫上届需要，在受灾户身上，所以咱强调讲一户。一案嘛，对不对？哦，所以咱虽然无40几亿啊，吼，善款，这就是拢爱用伫，因为地动来受灾的这个受灾户啦。哦，我想这点大家都没有异议啊。哦，
那但是就是说，有受灾户根本是陈情啦、啊，哦，副市长，伊讲吼，伊嘛是受灾户，阿南区的受灾户，阿南区的乡亲，伊讲伊的厝边吼拢领了啊，啊，但是啊，伊无咱无甲通知啊，所以我咧问迄个区长的时阵，咱这受灾户的这个名单是区长送去区长遐，区长会诊之后，他送来咱干部局，因为咱干部局第一个阿南区区公所发这补助金嘛，哦，当时咱去鉴定的时阵，是毋是因为人爱上班嘛，啊嘛爱清理家园嘛，对不对？哦，所以咱要去鉴定的时阵，而且专家伊去上班无伫个，啊总绕到去，所以这点是毋是请咱副市长吼、哦、来做，甲迄落甲补助一下，就是讲吼，互伊吼，阁有这个机会吼、哦，请咱的专家来鉴定讲啊，伊是毋是吼、哦、确实需要补助，伊确实是因为真正地动受灾，伊厝里损害，所以需要来补助，咱是毋是阁有这个机会啦？哦，跟党员报告吼，就说原来是有一个期程。那后来市长认为说灾情还是蛮大的，所以他有延长，延长过一次，大概延长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哈。对，就是讲在这个政府公布的期限内面，哦，那去看伊无滴咧，就是讲伊有先报名，但是要去鉴定是无滴咧，这个是可以再鉴定的。嗯，但是如果是超过这个期限了哈，嗯，因为即摆已经几啊个月嘛哈，嗯，这部分可能就。没有办法，爱莫能助，因为你如果再延长下去是没完没了了，吼、哦，无法度。那个副市长，所以就讲在当时，我知啦，我即卖是讲吼，受理期限内面，伊若报名，吼、哦，啊，就讲对这个检验，吼、哦，对技术的检验有意见，还是讲，嗯，伊无伫咧，要去重新来请技术去，吼、哦，去到现场去处理，这个是可以的。那是啦，因为工作需要啊。伊嘛去趁钱啊，爱过三顿啊，所以是国不离三种的啊。所以咱这专家要去鉴定时，伊爱去上班啊，爱食套路啊。伊说袂当甲头家讲，哎，即马是足艰苦的呢，即马薪水是有够低呢。你即马搁要请几工的对，伊拢是食日，伊拢是日薪的呢，领日薪的呢。你请假一工扣一工的工钱，请假两工扣两工，请假三工扣三工，咱爱个安排只专家，对不对？唔是讲你去随叫，当随来，因还佫其他代志爱做啊，对不？所以是唔是讲啊，佫好在受灾户，给伊一个机会，因为咱市长嘛有讲过嘛，哦，只要是受灾户，就是从宽、从优、从恕嘛，对不对？对。所以市长是做爱心的嘛。我嘛本身也希望讲吼，咱爱将这爱心吼来，或者无当吼，迄个时阵无去鉴定到，而且受灾吼，还佫一个机会。佮再讲，咱学校哦，只要是因为地动所引起的损害，当然就是受灾户嘛。哦，啊，所以本身问咱副市长，你鉴定你是专业的嘛？所以咱学校这24间。39栋哦，咱这一万几个这学童哦，因安全不只是家长烦恼，老师嘛烦恼啊，对不对？所以我要请教副市长，这学校是不是拢经过建筑师、土木结构技师因专业来鉴定过？这个是再给一分钟，就是需要土木技师跟建筑师来鉴定，而且他们是。已经在那边排队了，哦，无可能讲，吼，就是讲，真危险的物件，假设去拜地当，当然更危险。那如果将来，我们说要发生地震，可能还不晓得，哈。那最重要的，大家都有一个观念，对于灾民的照顾，市政府跟议会都一样，大家都希望全面的照顾。但是，其实啦，吼，我大概有私下给他试算过，哈，就是讲，包括一些建筑物的补助。100%，包括伊个土地的补助，有可能加起来拢比伊当时去买的价少，哦，
因为在这个所以登记制度，所以副市长你的意思就是讲，这受灾的这24间哈，拢是经过咱的建筑师、甲土木结构技师在专家所鉴定的，鉴定确实是因为地零二零六地震所引起的这损害嘛，对不对？就说。好，谢谢副市长。接下来我们请李坤煌议员。好，感谢主席哈。这个问题我过去登记会有问过哈，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我要请教副市长哈。你先坐着，你先坐着。那你民间收关的这些险款来购买围观大楼要出售土地，在组合的土地，但是土地以现款来购买，结果登记的是台南市。当初讲啊，所有权人是台南市，不等于台南市政府。本身认为唔对，真侪。现况都是以前的工地，就以前还没合并以前，永康施工所的公有土地，合并以后，变成台南市，也没有台南市政府，后面管理机关才是起户在各局处，所以那一善款以民间收关的钱来购买受灾户的土地，登记是咱起户台南市。安尼是毋是有合法？以私人所捐的钱，诶，做咱公家的土地，买咱公家的土地，这样是不是可以？副市长，你回答一下。这个是不是法住处来说明比较清楚？你是召集人，你应该知道吧？对，好。如果是，然后呢？对，以后会成立一个基金会。管理机关应该是基金会，哎，这些基金是专款专用啊。对。啊，所以土地是登记台南市。哦，虽然讲，台南市无等于台南市政府，但是本身有真侪建股都等于台南市政府。法制主任，副市长你参者者。是，那个刚议员提的哈，如果是根据地方制度法了哈。台南市本身它是一个自治团体，它是一个 公法人。那至于台南市政府，它是一个机关，简单讲它是一个。所以换句话讲，如果是用善款去买了这块土地，其实它充其量不过是类似像信托登记，登记在台南市政府名下，但是基本上它还是属于善款的变形。换句话讲，那个东西还是属于善款的，只是可惜我们的善款目前是没有成立基金会。如果类似像九二一大地震，它是一个基金会，那当然它就可以变成基金会名下的这个不动产。那所以目前为止，我们也是承认说那块土地是属于善款所有，这个不是属于台南市政府所有。当年应该是这样了，是。不过我可以拿给你很多的土地所有权状，以前是永康施工所的，合并以后现在是台南市，不是台南市政府。台南市就等于台南市政府嘛。他这是市公所的公地，公有土地，合并以后嘛是台南市的公有土地啊。那为什么土地所有权人还是台南市，不是台南市政府？所以这个问题，本身登改的登记会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啊。所以这个问题你了解一下哈。好，是。好，请坐。是。根据报载了哈，因为咱也无什么资料，围观大楼要出卖土地的。现在将近70%嘛，李英宏区公所已经发放了哈，将近70%，要就地重建的差不多30%，跟当初都要打的乱的时阵，完全都不一样的状况。当年，咱来征收这土地，一楼60几万，四楼以上50几万，原地是一楼60几万，四层以上30几万。但是本身有意见讲，因为土地持有拢伫一楼，唔管你是一楼的客户还是楼顶的客户，你土地持分都在一楼，所以土地应该是
港界小，这一块土地没有分割，应该港界小。那既然这样好，钱也领去啊，不过本身就呢，这个价钱是相当高，哦，真贵，做影响咱财税处吼、哦、要卖工地吼、哦，我那比照这边，卖私人土卖私有土地要卖给私人，比照这边马上跟亏足管哈，介绍亏足管。那我请问督察局长，再给一分钟。啊，三峡要重建，要就地重建，要办理都更。那七峡要领土地，要领钱。那以后这边要重建，除了都更以外，以后这边实施容积率哦，以前没有，现在有实施容积率。是。啊，所以要去的，要重建的人剩三成，几乎得有七成。这样如何处理？啊，咱都更什么时阵会当实行？甲议员报告啦吼，就是讲以目前来讲吼，是三成五啦吼，就是讲目前到目前收到的啦吼。大概重建的比例是三成五，大概我们在算过，大概170坪左右，八七坪左右啦。那八七坪左右的，可能就讲，伊的迄个基地形状可能会是一个重建的一个关键啦。所以这一点我们是其实之前也跟这个重建的这一边呢，也有大概做一个沟通哦，因为我们采取基地分割的话，到时候也。那个谢谢，那接下来请林彦祝议员。好，谢主席哈，那个法制室处长哈，你做的就好，你刚刚讲的非常好。台南市政府为什么不成立基金会？把善款成立基金会，这也是在我质询的时候所提出来的。到目前我所看到的，假如说像921成立了基金会，今天都没有这种纷纷扰扰的困扰，受灾户要重建遥遥无期。然后既然台南市政府可以把善款拿来要盖校舍，你坐下哈，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台南市政府，来，叫做哈挂羊头卖狗肉。我为什么讲这个事情来？教育局局长，你可以回答我。议员好。针对现在目前，我们所有的学生缴会缴给谁？那个请教议员指的缴的是哪些费用？学会，学会。这个如果他缴的是这个学费的话呢，当然就是进这个公台南市府的市库，对不对？但是如果他是属于这个代收代付、代收代办的费用的话呢，我现在在跟你讲他缴的协会是好给，既然给了台南市政府，我想请问一下，学校所有的教舍就是公家机关，不是吗？那你们。真的是就像我讲的挂羊头卖狗肉，你们既然台南市政府在你教育局，你引用的就是针对学校，好，你让这些家长让这些市民看，就是说你想针对的就是学校的去重建。我很想请教你，你们的良心何在？台南市政府既然可以用，现在是农历七月哦，这些王者的钱，善心人士捐出来的钱要修缮校舍，这些校舍在五年内，你刚刚的报告
完全也没有向教育部申请。你告诉我说它已经不堪使用了吗？我想再请问你教育局局长来。是，非常谢谢议员。来来来，我要请教你啦，这里面24校有几栋是25年以上的校舍？跟议员报告，其实这些校舍我刚刚有报告过，说大部分你告诉我有几栋是25年的啦。跟议员报告，我没有特别去统计啊，好，那只是说我们觉得你没有特别统计嘛。那现在我告诉你，你刚刚只拿一个预警啊。我来跟你讲，这里面都是老旧教室的。在从以前，当然我们中央有补助我们耐震补强的钱，中央应该有编列一条预算2亿多啦。好啦，他给台南市政府1亿多，对不对？那我现在针对的是针对你的部分，现在这一些都不堪使用了吗？没有办法耐震补强吗？那耐震补强一定要拿善款出来用吗？你今天引用的，我觉得你们真的非常的不合理啦。重建的受灾户重建该如何做啦？那假使是这样子的话，我今天没看到民政局哦。民政局针对纳古塔的部分，南西南化，它多严重啊？它是不是也要拿出来？它是不是要拿出来？因为它也是我们台南市政府公用的财产。那今天针对你就引用了，好，这是学生啊，这是学生的。你知道吗？你们真的这样子在你教育局你也报得出来，应该你是势必要向中央申请经费，地方配合试款才是的啊。那有这样做引用的？是，我跟议员报告一下哈，就是刚才议员所讲的哈，我们呢，其实我刚才有报告说，其实在张院长他到御景国中视察的时候，你不要再跟我讲张院长，假使这样的话，今天已经地方跟中央是你们一条民进党一条线执政，就有办法去申请钱，不是用善款来盖校舍、修缮校舍。你叫这些人情何以堪啊，这些捐赠人情何以堪？你们所讲的，刚刚法师也讲了，最恶劣的就是还拿我们这些善款来买土地，又要来修缮校舍，只有台南市政府，只有赖清德做得出来。所以局长，我希望你是真正针对这一次0206的学，再给一分钟，是针对0206学校他真正是受到伤害的，不是怎么全部搞好好，这改都用善款来支付，你们这样真的太残忍了呢。你针对这一些王者怎么做交代啦？台南市政府那是无这届诶0206的地震，假如今天地震没有倒塌，没有这些人的死亡，那请问会有这些善款吗？好啊，啊你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民意代表出去打一个土地，谁那会当用善款来买土地？你讲是谁的？谁那会当用善款来起好好？你讲在起的是谁的？这好是？去的是被捐赠人的吗？敢是安尼啦，因为恁应该要收钱嘛。你们针对学生收的钱是台南市政府的呢。其实议员，我们现在国中小都是属于义务教育，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好，谢谢。接下来请王家正议员。法制室处长，我跟您请教一下哈。如果就我们今天本会同仁拿出来的一个相关法条，所谓的灾害防治法第45条，很清楚的明定，应该是捐款是针对所谓的司法人嘛？譬如说0206，我当然就是法制室，你给我一个解释，就是说，包括这个执政党的民意代表，刚刚都讲得很清楚了，都觉得有一点疑义在。是不是这样子哈？所以我要讲，就是说，贵府不断的强调，教育局也是受灾户，就是说，不是教育局了，就 anyway， 反正就那么多校舍啊，教育相关单位，全台南都嘛是受灾户嘛。是那一阵子，台南人、全国人陪着我们一起心痛嘛，
大家没有水嘛，多少人也因此间接受灾嘛。所以我的意思说，用教育局这些所谓你们定义，因为0206招致重大危险，亟待拆除学校，来做一个理由，就给他们扣上他们都是受灾户，所以应该有这个资格，有这个条件去用这笔善款。我要跟处长请教，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您觉得法律要件足够吗？今天我们没有人说要让孩子们在一个危险的情境里面上课干什么干什么的，可是今天我们拿的是全国甚至各界各其他的国家给我们捐助的善款。斯勒宾的女孩当时让大家那么心疼，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们要拿16亿多去做这个教室修缮之后，我们才看到了斯勒宾的女孩母女几乎无家可归，两相映照。处长，我先要问一个法的问题，您觉得你们贵府讲的立论够强吗？法律性够强吗？站得住脚吗？很几位学者专家都在相关的言论里面铺露他们的不满。那处长，我想请教你一下法的一个要件，您觉得很够吗？贵府一句话讲，就是说你们都受灾户，我觉得我也受灾户，因为我们的选民非常痛苦，我辗转我也觉得心情上就不足，就不欢喜耶，对不？如果这样讲的话，你的一个界定在哪里呢，处长？是那个王议员刚刚的问题，我大概分两部分了。第一个就是说，究竟要不要成立基金会？要不要成立基金会？其实还是要尊重善款委员会他们的决定哈。啊，基本上第一时间，台南市政府是认为说成立基金会，它的时间可能有一点缓不济急，因为有很多现金就必须要动用了哈。这是当时的初衷哈。好，那第二个，刚议员去提到那个45条哈，我是这样看哈，就是说民间捐助的这个款项，基本上它里头有讲一个重点，就是说政府应该尊重捐助者的意见。那其实我们当时的发想是因为有部分的捐助者他有明示是说，如果学校那个地方有需要要用的时候，他愿意去用认养或者用捐助的方式。处长，抱歉，我怕那个，你刚刚讲的第一点，要不要成立基金会，当时如果市长的意思怕缓不济急，显然进展到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疑义出来了嘛，对不对？是。所以为了当时你们认为缓不济急，造成后来善款没有办法把它做最好的规划利用，以及让大家质疑，是不是也应该说你们的考虑还是有不尽周详的地方。第二点，你刚刚讲的说有一些单位当初捐款的时候说没问题，是要给校舍，请告诉我们，你们做了厘清吗？你们做了分门别类很清楚的表列吗？你们都没有吗？你们是自己内部就统整夯不啷当16亿多，反正钱就这，踩着这100多具尸体的血汗钱，踩着全台南人全国人的一个揪心的痛。所以处长，今天你要回应我们的一个就是法嘛，您的专业角色应该是说法够，再给一分钟。但是你刚刚的说辞没有办法弥补你刚刚所谓的法的要件。你说有一些人，请告诉我是哪些人愿意就说指定善款是要给校舍的补助，你们并没有做这个周详的一个细致的处理，你们就一则新闻说16亿多我们要来补助校舍，结果一个可怜的斯勒宾母女无家可归。处长你请坐，来，副市长，您千言万语都在讲人嘛，是不是？你们都在讲嘛，我们所有施政到最后，它的福祉都要回归到人嘛。
那今天人的照顾有且不及，在这种情形之下，你们就可以挪用超过三分之一强的善款，去所谓的公法人的教室这个建筑。好，谢谢王议员。接下来我们请林阳宇议员。感谢主席啊。咱副市长，这个2206啦吼，这个调动迄天啦吼，我相信恁各局处哦，拢非常辛苦。尤其你迄迄当时当干部局局长的当时，会非常辛苦啊。不过呢，是这段时间纷纷扰扰，大家在质问你什么代志，当时无人承认你唔对，无半个承认你，无半个承，也无半个道歉，也无半个承认家己唔对，拢讲家己做也做对。维冠大楼倒的迄时阵，恁第一个唔对，就是无抽水。你敢知影挖出来尸体，拢差不多浸死的，无抽水啊！维管道倒了，水管破了，伊维管道我倒了，伊个顶下面积头半楼。我迄当时，迄当时李坤龙市长拢在现场，我也未上媒体，李坤龙市长也未上媒体。我毋是像一个议员，就爱逐工咧对立下边，爱上媒体。迄当时我去到现场，相信消防局长、警察局长，即个消防单位大家都有看伊，第一时间无抽水。伊现场救包尸体的人十个，差不多八个、六个，拢尸体拢烂去，拢伫下底浸死的。结果恁无半个生意，恁唔对。到台南市政府，咱赖清德、赖市长，个个要出册，要出册，像怎无抽水的原因，才爱写出来。我上无爱讲话的人，啊，我看解去。我会在九点外落来，啊，要发言，等到正时。哦，大家拢对，啊，相信恁在座暗时拢信，恁的辛苦大家拢知。正时偌清楚，偌清楚，伫媒体公开讲的，伊毋是神，伊也罔叫伊神。哦，恁的辛苦大家知影，恁的辛苦大家拢知影。毋过，维冠大楼40几亿，即个受灾户伊的观感呢？你用16亿，啊，开你别位去，用这受灾户，阮接无电话，阮偌艰苦呢？讲议员啊，较有安尼啦，哦，较用这善款来，迄个小信好好啊，因的观感无同啊。啊，第二点，恁沟通的当时，恁市政府的态度会使讲非常非常的歹，也有人讲恁这住户有够贪。恁这财货有够贪，既然有人讲恁这财货有够贪，啊赔恁安尼阁无够，啊无时啊到尾追加200万，追加200万，这死者家属大家冤啊，毋过倒啥物人还袂冤呢？这倒落的人，这无厝的人，这受伤的人，受伤局长有讲啊，后3万的，后20万的，哦，迄到尾啊，人搬出去含家具也无。到尾啊，买开的当时，甲这个补助30万，互伊买家具。即迄个副市长，我爱立一个目标，我毋是去支持你，我毋敢啊，袂去叫大家拢徛起来呢。哦，即个维冠大楼倒，大家无爱看。毋过我看台南市政府无半个生意唔对，大家拢抢功劳。大家讲伊偌辛苦，偌辛苦，辛苦，大家拢有看。毋过该对就对，该唔对就唔对。大家，这个官员的，大家讲较歹听，这十个，你十来个下仔，你去重建学校，这福报嘛，福报大家也知影。你补助户、受灾户、受灾户现金领的，就无福报的行为嘛。啊，福报的入边的意义，你家知。啊，不过你个上重要，你个吼，这些灾民知影讲，
恁补助安尼就差不多啊，啊好伊才讲，吼、哦，啊有一寡受伤的无厝的，恁下档都加寡好啦。应该死亡的500万是少的，大家拢功能有够好啦。不过无厝的人，土地无伊的人，因是安尼买袂地，你敢知啊？恁市政府第一时间无大家优柔寡断，也唔敢决定讲要异地重建。啊！大家都等都更，啊！要等重建，要等到两时，所以到尾大家拢想讲卖就都煞。啊，想卖，一个收款4成，四再加一分钟，四平啦。啊，四平，恁是加一倍也卖唔得，唔敢，甲得一个300-400万，因为有够人买一间厝无。所以，即受灾户的观感，互因较好个啦。社会就卖过安指责啊，伊也卖难纠缠啦。你敢知这受灾户、这家属、甲亲戚朋友，拢照啥物台中市政府用16亿会去起效？我毋是讲起效歹呢，迄是受灾户的观感呢。哦，伊咧将心比心啦、啊，今仔也是咱个家属，伫维冠倒倒了，恁安怎想啦？是人一个政府做即款代志，恁安怎想安就好啦。副市长，我是立一个目标，歹势互你徛久，哦。啊！无，我要叫大家拢徛起来呢。恁家想看卖啊？受灾户遐都电话人敲一下，现款阁有够，该补加减啊，阁好人少，阁好大家一个冤呐。人讲两冤相赢，冤赢啦。哦，啊！相信恁毋是拢神呐，偌清地都毋是神呐。恁该做拢做，拢做了啊，拢做。好，谢谢林议员了。接下来请杜树云议员。好，感谢主席。迄、那个吴市长。当初哈、哦，咱公务局你局长的时阵来负责这个工课哈，咱今仔日所有同事所讲的，拢是基层的心声听到的。现在咱的现款要来存遮多，但遮唔知影要安怎运用。当初有维冠伫全世界报道，靠这堆42亿外的现款。那么我看咱的现款的用途，用伫咱的受灾户内底，咱受伤的人的内底。我感觉咱太刻薄了。我甲看一个重伤的，咱鉴定伊一生无法度自行来行走也好，做工也好，也好，他一生都讲较紧的，差不多就要变残废啊。我们才最高补助100万到150万，你看伊拢无法度去赚钱啊。他的一生，我们就补助他这么少。讲较紧的，伊这拢无法度通去趁钱啊，嘛是等于一个残废了。为什么我们善款这么多，不去照顾医生的人呢？吼、哦，死得死，念得念去啊！重要是这的受灾户，他往后他要生存，受伤的咱嘛补助少，搬厝的咱嘛补助少，咱甲这人大批的善款，拢欠欠啊用伫受灾户的身上。较来存遮侪钱，较来要用这16亿来起遮个学校新重建也好，补修也好，外面的观感是怎样？因为伫咱当初发生代志的时阵，咱就一直嘛有讲，我们是专款专用，要成立一个基金会。那么到现在，他拄啊，咱个。市长有讲，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成立基金会，也搁有咱的善款，咱从啊，哎，啊，拄啊好学校拢歹去，啊，中央拢无钱通去补助，我们就想到这个区块。其实今仔日教育局陈局长伊嘛做无辜的啦，今仔嘛毋是伊大胆敢讲要规划即十几间的学校来去啦，吼，啊，恁安尼落去。予外口，我讲的遐个受伤的，他拄仔用伊讲啊真好。受伤的，咱后壁要安那个去改评估教育局长，那个社会局长，咱受伤的遐，咱要搁安那去共补助较对啊？你甲想啦吼，当年过啦，一个月啦吼，若讲有需要搁请人来顾的款内底啦，食饭的啦，你看100万、150万是要开偌久啦？他往后的人生要怎么办啦、啊？他因了地震才变成他这样残废啦。今天若讲善款，我们是不够的。
那我们要去斟酌怎样用。先看剩一堆啊，吼，剩一堆你遐的受伤的，无要去照顾好，吼。啊，未来咱太多嘛，一直咧争议，用先款来征收维冠大楼遮的土地，伫未来咱是要算啥的，要安怎管理？吼，这拢阁是问题啊。啊，所以讲，我想你今仔听到恁的报告，听到遮尔济议员同事的声音。您应该回去要重新一个评估考量，袂使讲啊，阮就过去就安尼做。阮今仔日只是甲恁书面口头报告，你们说什么，阮嘛无在意啊。安尼就枉费咱今仔日伫遮，大家坐伫遮共同的沟通啊。恁的做法，听到阮受到百姓反映的声音。要做一个改善，安尼还是叫做沟通进步。啊，那是恁要阁坚持用恁这套来做，安尼我感觉讲吼，对这个社会是无公平，对一个善款的捐助者嘛无公平。他是要捐助去救灾，不是要捐助去盖你们台南市的学校。我想这大家讲啊，遮侪拢足清楚啊，吼。啊，尤其。我嘛唔知恁是安那下袂进袂到，拢去规划甲遮尔好个物件出啊！整个要去学校，全部那像安尼规划啦吼，维冠大楼倒塌要重新来盖，拢也袂起好，咱学校拢起好啊！我们学校一定执行得比较快，吼啊！所以讲吼，今仔日听到遮侪声音，我们要去做。再好的补助，然后剩下的以后我们要如何做？再给一分钟，好，我们剩下的还有多少？我们再来规划要怎么做？我想大家嘛听卡会落去，好，他拄啊，咱提了两个张议员讲的，吼，迄拜拜几万。迄嘛是都发局吴局长，迄恁拢爱去处理，唔好阁到时阁讲又卡到法令问题，又不能处理，安尼即个善款讲较紧嘞，七档八档拢法令盖自治，安尼拢无得到非常真好的优惠，而即个安置，因为就是地动，就是天灾，袂当每个。程序阶段拢是要用咱法令来定，安尼拢无公平啊啦，无采这善款的爱心啊啦，吼，这是今天我再次的迄、那个，甲迄个副市长你阁讲，甲咱单位等伊爱听落去，爱重新去思考去规划，吼，这是我今仔个。好，谢谢。那我跟各位同仁报告一下哈，我们现在登记的第一轮发言的还有四位，第二轮的还有三位。那我们是不是等这七位同仁发言完，已经超过十二点半的了哈？那村内如果老第一轮的要来登记，我得拜托咱的会务人员先甲沟通者，请因下晡过来，安尼敢好？好，安尼好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请谢龙介议员。陈局长，老局长。恁两敢知影？伫市议会讲白贼，爱落台负责，你知无？你敢知？你敢知啦？所以恁讲白贼无要紧嘛。伫议会官员伫议会报告讲白贼是爱下台负责呢。你敢知啦？所以恁都拢骗嘛，满白骗无，看到四十几亿。目睭全剃大蕊，佮兼登轮，心肝佮掠瘫痪，一摆抢十外亿，你看啦，一百年，即个学校拢毋捌去教育部申请补助，你讲的嘛吼？你的报告安尼写，有无？议员，我可以跟您。内底若有一条补助，你要辞职无？你拿来骗这议员，来一百年以后啦，准无的。其中一百年以前有补助无？有无？我讲的哦，讲白贼是爱失职哦。你是身为一个教育家、教育者，你才来讲白贼，替一个白贼市长来按摩，本来对你个正尊重，
看你会生气。这个厝，这个豪舍，把豪舍起好安全，我100%支持。这自1991，都已经真侪拢已经毕业啊，钢筋裸露，陆续十外冬来，教育部甲这学校的补助，300、500、200、700、1800，透过国级的民意代表来补助，台南市政府配合10%。即马是安那钱中伤济，迄117条冤魂，伫啊咧食袂饱，倒咧想袂开啦。啊，你搁这条钱，你搁甲笑过，因是一定对你想袂开的啦。刷了搁他妈，看人啊报好线，你即马搁讲安那？我甲你问讲，即个捐款人有几个人讲主张即个钱要有教育的？无呢？要好的无呢？准有也未超过30,000。老局长，你甲我讲，有啊，阮即马有咧问啊，问因拢无意见，随在市政府用。事后来问，我甲你讲，我所有关职的人，无一个安尼讲的，嘛无一个接到你的电话，包括本色，你嘛无甲我问，有同意用到教育局无？不是，我是讲有诶捐款人当初捐款诶时阵有安尼。当初捐款诶一出啦啦，恁即卖有搁开始咧补问一寡较大条诶啦，差不多要甲豆豆讲有16亿是同意去做学校诶啦，无用安尼啦。今仔日要去学校，我支持16亿尔嘛。白沙市长敢若地价税、房管税，每年一年就加要到30亿啊，这个钱摕来去学校。村的啊，拢搁甲起乌搞，足足有余，搁有村的啊！你啥人含这117条亡者，利用社会善款加爱心，你若甲这受灾户拢照顾了啦，就剩16亿，我捐20万嘛，袂叫你退8万呢。确实，就善款拢照顾受灾户，照顾了啦，大家满意，咱嘛甲你娱乐，啊，就中这的钱。开一个公听会，做一个说明，讲啊，中这钱，学校自19212000年历年来，就拢陆续学校有破损啦，是毋是会当来甲这学校甲补修，互囡仔安全？无人会反对。搁再编污省、房管税、地价税30亿，摕一半，一当加30亿，摕一半来起嘛有啦。遐尼济办法，恁硬要抢？现在是怎样？看到钱身躯会涨，哈、啊！无才调伫你的市政府预算内底，甲你的市长建议，市长啊，房管税甲地价税加30亿，是毋是来甲学校加帮忙一挂？你唔敢对伊偌清德？现在是怎样？对这四个未讲话开刀？人咧做，天咧看，人伫公门好修行啦，实在讲的。满白骗无来议会讲白贼，这是我相当袂当容忍的。这学校再给一分钟。这学校，后我替伊讨过补助款的。过去国民党执政8年，因无法度透过台南市议会党团，透过本色的中商会，甲教育部讨过补助的，迄你讲拢无。哎，有算表袂真买哈？一二个、一六个，不管是你拢穿好了，无安尼啦。转去，甲市长阁重新建议，用房管税、地价税每年中的这30亿来起学校。这个钱毋是要当互你动用，但所有受灾的百姓，拢特先照顾了，剩的钱，恁要用，本席无意见。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卢坤虎议员。感谢主席吼，今仔日遮个善款最终目的是要帮忙遮个受灾户。结果伫阮个感觉，包括遮个灾民个感觉，认为遮钱囥伫恁遐呾避恁个。恁讲到哪像对遮个违建大楼个住户，感觉讲哦，我已经对恁足好啊，啊恁茫搁遐贪啊，即马。大多数大家拢认为讲，你市政府的感觉就是迄个感觉。包括人今仔日善款是寄伫遐，恁遐要分配。恁即马你讲
现主席，哦，一楼的是60几万，几楼？四楼起哩50几万。啊，恁即摆即块地登记台南市，恁无缘无故计出即块地，啊，这法律较会通啦。今仔日，比如讲恁哥，今仔日受灾户，人钱寄哩我家要来援助恁，结果殊不知我用我的钱去来买恁这块地，我计一块地，会靠人安尼啊？你一块地嘛，还阁登记啊？违冠大楼组合，啊，你无卡会得？42亿呢？42亿要帮忙遮个受灾户呢？结果你唔是帮忙啊？得，即摆就是遐所有灾民就对啦吼，万声肃气。头先有真侪议员咧讲，即摆7月时啊。往生去115个就对啦吼，117个拢金金咧，甲恁看。恁即摆市政府用一个那个什么委员会啊，灾损那个审查委员会要来审查这条钱，啊，恁拢讲好势。今仔日遮啦，如果维冠大楼遮个受灾户，如果若是受到很好的安置，你要来开伫其他的所在。我相信无人甲你反对啦。啊，你即马现主席，遐个住户，伊领到迄一平50000几个，领到1-200万，哦，领到1-200万，有当时啊，敢要现厝的贷款个还阁无啊多个。有诶租厝嘛，租到即马现主席，亡者已矣，即马剩活着的，即马现主席，你敢能偌痛苦？啊！你即摆一块地，你也用善款去买地转来，比市政府、比台南市的，这无违法吗？啊！恁拄仔恁讲的恁对啦，恁讲动车时，全台湾省，莫讲全台湾省啦，全世界要今仔日要捐这钱嘛，因为看电视维冠大楼倒塌，遐个受灾户可怜，所以大家较紧要来援助伊。你即摆跟我讲，这个钱动车时咱要捐献的时阵，有够要捐到好好。啊！你嘛摕证据出来，我看一下。哦，你嘛摕证据出来，我看一下。迄落，恁倒一个要回答吧？副市长还是局长要回答？社会局长，你头先人家讲，社会局长，当时人家在捐献的时候，你讲因拢有讲着讲要管理了，好，你嘛摕资料翻看一下。我讲的是讲，我讲的是讲、啊。你是嘛个袂讲呢？无，我讲的是讲动车。这无良心无，我讲我115条冤魂了，灵魂在甲你看，我甲你讲。我讲的是讲动车时，你管的时阵，当然咱拢有接待的时阵。有开讲到，当然是讲啊，这个部分，伊拢讲尊重市政府的这个部分。啊，阮讲啊，若有其他各方面，吼，阮当然会讲真侪方面。啊，因当然讲拢尊重，啊嘛拢会当接受。我讲的是安尼，是当作是。啊，这难免拢会，因拢会，既然有要管，啊，就是讲会当信任市政府的一寡处理。我讲的是安尼，嘿，议员。莫怪吼。给你报告。莫怪像高雄气爆。迄台积电要捐2亿，无要透过高雄市政府，家己叫遐灾民来捐领。台南市即马比高雄市更加严重啦。咱拢尊重捐款人。你敢知啊？恁即马家己想家己对啦，自己想自己对啦。老用着阮诶，阮个讲啊哪样，讲家己为何家己啦？我甲你讲，这钱毋是咱的钱诶，毋是台南市政府的钱呢。这善款是要帮忙这受灾户呢。其實議員，我跟你說，希望你要同理心啦。咱攏頭拄啊，咱我跟你說，你講的甲做的完全都無共款嘛。安尼打，安尼吼，真正就阮感。再給一分鐘。咱有做的，譬如讲，咱真侪，头拄我的报告就是讲，咱真侪人的部分，我跟你說人的部分受伤的部分。我跟你讲吼，除了200万以外，你的成果，我无去甲你质疑。咱未来，我跟你讲，你的策划。恁的做法，我跟你讲，恁干么？恁干去田野调查一下，参与因内底，因看因咧讲什么话一下，干么？
有啦，咱的社工拢有咧甲因。你敢知影？咱的社工，我跟即摆要求啦，七界地吼，七界维冠大楼的地，即摆用咱的神官去给买回来。这块地所有权人嘛是同款爱登记伫维冠大楼的住户啦，安尼较合理啦。唔通咱台南市政府无缘无故加一块地出来啦，这嘛是违法啦。人钱是要捐落这灾民啦，唔是要捐落咱市政府啦。安尼你遐有未啦？这无厝的，啊，甲这你家己想看嘛啦。活着的这一些，你们自己想。好，谢谢罗议员跟刘局长。接下来我们请刘正昌议员。谢谢主席，咱各科处的局处长，以及咱诸位同事，甲咱现在现场的媒体小姐先生，大家好哈。不是老正昌，你家对着这次呢，这个赈灾款的补助呢，我表示点啊，这个灾民发我意见，因为伫我的归因区，伫我厝边遐。文化三街，文化街三段，伊遐有十七个户头，有十七户，其中有七户建平超过一百平，那么伊的基本啊要重建的费用，就要七百万，外加其他的设备可能要八百万，那么呢，咱一届的补助款呢，一户最高是两百万，那么呢，后手呢不足可能零六百万，地主呢，这些灾民呢？伊本来要重建，啊有几户啊呢？即摆超袂到钱，要再超过六百万呢？如果来银行借钱，要当时甲还会了呢？所以即摆拄啊丢毒，到即摆无法度决定讲是要重建，啊是要修理。但是为了万年救援，我一直甲鼓励，甲鼓舞讲会当来重建，会当一楼一劳永逸啊无吼，住在遐可能逐暝咧困拢袂安稳哦。啊伊咧一家属呢想讲，啊即个惯俗想讲，啊即无要。无登记袂使，但是要登记是要对啊，摕到五六百万，要银行借嘛借无遐济，啊要借遐济，后摆嘛还袂了，是毋是讲直接建请咱有关的单位哦，咱的社会局或者是咱市政府、市长或者咱的委员会来重新决议哦，在一半内底最高来提高到三百，因为我若想安尼想起来吼，因要还五六百万，要准备五六百万，确实实在是真麻烦。我是讲吼，咱。小局长，这敢是有哪属你属你？你赈灾，你什么人？你找来会当决决决一件？啊，目前的补助是安怎算？会当提高未？这个厝的起的部分哦，因为其实社会局拢是干那收甲支啦，啊，但是这个赈灾的计划拢是各局处提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厝的部分应该是。公务局还是都发局家，因为做这个提这个计划的部分。好，请坐。但是这个重建的补助费，如果咱要来提高，咱要按哪些定数，咱委员那边来三成的当提高。主席，你看这边处理。这不是咱会当决定的呀。啊，咱就提议。咱会当建议啊。咱的建议，决议要过啊，看。议员，咱即摆会议，你买当写书面的建议啊，你会当提案建议啊。而且就肯公开建议啊啦，啊书面啊另外书面啦吼。啊！你看，咱现场局处长有甚物有意见？迄个重建的应该是杜阿姊的，杜阿姊，你先说明一下啦。这七八百万款要对对来啦。感谢议员啦吼，因为对重建来讲吼，过去咱老实讲，这回因为情况较济，所以咱即卖即个补贴的部分，老实讲是比九二一给较好。第二个还是有提供低利贷款350万，所以严格上来讲，就是说因为这低利贷款的利率也很低啦，所以其实建议他可以善用这一个部分。哦，这是我想从目前的法令来讲，有什么也当大概用这样的方式哦，其实对他们基本上要达到一定的平数是够，但是因为他是原种啦，所以也是要可以请他考虑一下，因为是不是一定要，因为他的基地不是非常的大，可是因为当时是。采用旧制的这个规定哦，所以他有盖到100坪。那现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他也要可能要去考虑一下他的建筑的这个形式哦，是不是真的还要负担这么重的一个承担的一个量哦？这一点我是觉得他可以重新再做一个考虑，要不然两个加起来是大概已经到500多万的一个一个
一个水准的哈，一个补。好，请坐啦吼，请坐。水准。哟，虽然你安尼讲的是会当500万啦吼，只补助差不多200，还佫500，还佫300，还佫550万，但是伊这起起来吼，就是还要700，敢那基本建平啊700几万，重建佫顶起的话啦吼，啊因为隔壁拢烧连哦，啊700几万的话，即马可能挂其他设备要800万啦，那么呢，伊还佫借350万，不久还佫往后借，所以第四呢，其中部分呢，因无法度通来提出这个钱。第四个这样子，这个七号呢，基本这个案拢无通决，哦，是不是讲咱建车，咱这个补助会当提高？哦，伊这算有那案，这七八百万的建平，700,000的建费，诶，重建的经费。再给一分钟，不好意思，我刚刚搞混了。因为咱即卖安尼有。如果要800万的话，咱补助200，去借三五，就对来讲就重金啊，要叫去借，顺手当借，伊嘛感觉讲真困难，负担真重。其中为囡仔要细汉咧读册，有一户三囡仔要读册，大概高中的哦，啊国中的尔，啊伊讲的负担很重，伊这样是超不出钱。那有一户两户袂当去，其他少年的五户都袂当去，啊所以代志也真歹处理哦。啊是不是讲建请咱，而且我只公开来呼吁，希望咱。补助咱财管的单位再一次来提高100万哦，以上，感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刘正昌议员。接下来我们请李维燕议员。好，谢谢主席陈局长。陈局长，我甲你请教吼，你正做一个教育的大家长吼，刚才也准做地震发生伫上课的时间，你认为这些学生他在遇到地震的时候？最主要受到哪两个因素的保护？哪几个因素的保护？谢谢议员哦。其实在，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预期的，是、哦、那所以呢，家属讲啊，上课啦。对啊，所以呢，就是讲咱主要就是讲咱有一个真这个坚固的安全的这个校舍，对囡仔来讲，伊是第一项的保护嘛，哈、哦。第二个就是讲，像咱保防系咧做迄个防灾演练，那么。针对地震这部分来加强囡仔吼，伫个即个就是说他在地震发生的时候，他自己的自我保护的嘿这个部分，这也是我们例行性在做的。没有错嘛，局长你说的很好。当地震在上课的时候发生的时候，主要就是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建筑物的因素，第二个部分就是人的因素。人的因素又细分成两种，第一个就是老师在现场。指挥应变的能力，第二个部分就是小朋友在平时是不是有受到这个相当严谨的地震防灾的演练的一个程度啦。是啊，所以但是阿尊这要当要挖课人，地震的时阵啊，刚好要挖课一个老师对20几个学生，啊要挖课这个我们的学校国中、国小、国小里面甚至还附设幼儿园呐、啊。所以如果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如果又没有一个比较坚固的建筑物去给他们保护，单纯刚要把责任挖给其中一个老师，他可能是基任老师，可能是里面的科任老师，我觉得这对老师的负担会不会太大？所以我真正吼，真这个战斗力吼，应该要把部分的地震善款用来好好啊对着咱台南市所有需要重建的学校，吼，紧赶紧吼提出一个完整的计划。本说伫顶一个会议吼，特别是伫地震发生了，我嘛有甲你特别要求嘛。除了部分会当请中央补助的，其他所的，我看你这道提出来24间学校，39间校舍，其中24间学校内底有5间学校在于土壤异化区的中浅市区嘛，干不掉。是。大概内底有39间学校，每一间的防震系数、耐震系数都是小于一，特别是其中39间里面，其中有9间，它的耐震系数更是小于0.5。是，这老实讲，这几间校啊，准则，和学生底下，当然这个校舍的老旧、校舍的破损，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但是他在每次遇到天然灾害，或许是风灾，或许是地震，他都有可能会好原地就算是新厝，面对着这个风灾，面对着地震，
伊拢有可能造成某一个程度的伤害。何况你提出这个学校吼，是长期以来有足侪间校，我想这个学校敢是大部分以上拢已经超过使用保存年限了嘛？对。所以这一本已经超过使用保存年限，然后长久以来又年久失修，在遇到这一次特别这么大的地震，我们又发现了土壤异化的问题。我想吼，我感觉这个部分吼，你应该向社会各界吼，特别是本会吼，已经说明好清楚。咱真正需要这条钱来保护咱的学生啊，因为学生啊，每一个学生啊，拢是咱台南市民非常宝贝的囡仔。每一个学生啊，拢是咱应该非常爱甲珍惜、爱甲保护的。特别是因为因相信公部门家长甲咱的囡仔送去学校。不只要让他在那裡、這個、有這個學習，要让他增加他的知識，最重要的是因為他也相信，我們所有的家長也相信我們學校，這個孩子在學校裡面可以受到100%安全的保護，這樣對不對？是，谢谢李议员，真的非常感谢哦。其实我自己是感同身受了，因为921地震的时候我在中部服务哈、哦。那921地震也是半夜地震，可是呢，那个校舍损坏的程度呢很严重，包括好、哦、台中啊、欧日啊、台立啊、中华、关林啊哈，哎、哦，甚至南岛，就这好好东西，因为所以专门在想讲。吼、哦，伊啊，伊家在伊是伫半暝，如果伊也是伫日时的时阵，其实对咱的囡仔吼，真正影响足大的啦，所以我们才会希望说，透过这样再给一分钟努力，哈、哦，建构一个真的是安全无虞的这个学习环境。非常谢谢李议员给我们的指导跟支持，谢谢。所以特别拜托局长吼、哦，这个如果有误解的部分，一定要说明的相当的清楚啦吼，因为我相信你这個政策。伊的出发点是好的，我相信伊的结果嘛是好的，因为伊会当保护咱每一个台南市的囡仔吼，无因为伫地震啊、刚才发生伫上课的时阵吼，会受到影响，咱减轻未来吼安全上的负担吼。再次感谢，谢谢谢谢议员。好，那个谢谢李议员了。那接下来我们第二轮发言的，第一位蔡玉辉议员。刘局长，咱的善款捐款人。无你敲电话过去问的时阵，有偌济人指定要市政府讲用于教育局，咱的校舍改建。我无敲电话去问啊。敢无？恁内底有人咧敲吧？无。好啦，无要紧。嘿。偌济人观看，讲要指定用途，你偌济人啦？我头拄仔讲的是讲进前因来观看的时阵。好啦，你证明我，我看讲偌济啦。这上面的官的先有讲啦，这无多好，直接甲议员来讲这个数量啦，因为太侪嘞，嘿，咱有43万笔，43万笔是伊官入来有写，啊是安怎证明完看讲，伊讲这钱要用伫学校改建啦，有无啦？大部分是口头。大部分是口你讲这个，就是我死无对证，机会无多，甲你讲，偌济人你讲，口头偌济。这真正无多，因为偌济你讲啦，大约啦。是你听的，还是你内底职员听的？讲我这钱要捐学校。伊唔是安尼讲，我头拄好解释。我安怎你讲？你讲。他信任市政府，所以他信市政府要做各面向的，只要跟02、06、0206地震相关的，大家看到这地震，因为咱市政府公开无看，大家嘛信市政府，像我要捐，捐两只啊三只块，当然我嘛信市政府袂乌白来啊，当然伊袂直接，因为伊袂。你这个叫大家捐款拢共款嘛，对一个捐款会讲无信任，因为市政府是一个公务人，但嘛信任是讲这钱捐予市政府运作，大家安心。啊，无这人，你也管我，我猜以为有人要管无，我看嘛管无三个，因为市政府公开无看，咱唔敢要管了市政府。这个你跟你讲，我感觉局长，我即马你讲是讲要指定有教育局啦，有安尼有安尼无啦？大家管看嘛，讲我要管了市政府运作，咱市政府你无看，公开无看啊。第二，请坐啦吼，局长，局长，你。当初教育局长啊，教育局长，你当初提出这个申请的用意，到底是你卡不爱用家己的钱去啦？我刚刚问哦，啊，无社会局长，无副市长，咱用这钱来个做一个民调，好唔好？副市长，
咱提15%，恁开75,000，我开75,000。咱来做民调，问台南市的市民讲，用这个善款来维修校舍，哦，合理不合理？有赞成无赞成？安尼好唔好？咱拢管了这指定善款的，无指定安尼，我指定安尼啦。我个人做民调15,000，我开。啊，讲八十，讲不合理，你16,000又卖个开落，安尼好唔好？副市长，你召集人嘛，好不好？我来做啦。抽样1500分，安尼好唔好？跟蔡员报告，因为他这个是任何一条款项都有一个程序，哦。你无来嘛？你决定已经个告诉这监管人来反对，你嘛是硬要做嘛？这条爱无爱是无关系啦。哦，其实咱个规定讲，用你受灾户啊个专款专用啊嘛，啊无咱来问嘛，问这管管的人问看，伊到底有要同意做好无嘛？好唔好？好不好？因为他这个。每一笔善款的程序是要经过严谨的审核。好啦，局长，你刚才你有一个教育发展基金无了？有存偌济钱？你刚才？跟我想我先跟议员报告。好，你免讲，我问你讲好了吼。根据到今年年底200公3亿，和财政署调度的内底有41,900,000，咱市政府是无钱哦、喔。咱老听的全部受灾户好，咱的百姓，咱市政府是无钱。咱有钱，有钱要过去交受灾户，钱才是钱。所以局长，你今年有拜拜无？中原即个7月10日，你有拜拜无？你有敢有去拜拜？有甲普渡无？遐四个你有甲普渡无？有想着安尼无？有无啦？有甲超度无？养咧养咧无啦？在围观道路四个100几个，你敢有家己啊？即个7月10日甲拜拜有无啦？无啦吼。啊，无你爱注意，遐个人我看会来甲你抗议。啊，毋是安尼困，我看几冬来，我看你也不得安宁。我的感觉啦，咱市政府钱，啊个市政府是上大的受益户。咱袂当讲记得讲，大家地震后，咱市政府讲安怎安怎安怎，我咧唔好阿弥陀佛，这罪孽。可是咱市政府不应该不当得利啊！用这个机会，好好收这较早卖。给一分钟，义气嘞，啊，搁卖一赚一块地，赚一块地2亿8,000,000，都拢做差19亿，40亿，咱市政府得19亿，你想这善款人会欢喜吗？遐济，副市长，我建议啦吼，这个地买了卖的，搁处理遮足济人艰苦的人足济，但是我咧讲足济，恁细则还袂处理了，有迄个贷款、低利贷款，吼、哦。你作业处理不了，你我知影你的想法，受灾我已经杀足济啊。可是依看你的性格，人也是有一个标准的生活，还佫无够啦。处理好好，钱尽量少，吼、哦，安尼啦，好唔好？跟蔡委员报告。好、哦，你讲啊。这个其实以前我就讲过，这是天灾。啊，天灾人要管好遐人的钱，你讲收一百用一百用啊。所以现在所付出每一笔善款，都是因为法律以外的，法律以外啦。咱好跟灾民啦，跟灾民，我跟你讲的，你看是法证，咱好绝对不是灾民。好，谢谢蔡议员，下午再来。接下来我们请林一简议员。谢谢主席。我想我在第一次发言的时候，很明确点出了这一次这个0206赈灾款项哦的一些问题。那我现在想请教一下我们这些在场的这个关于善款的这些官员们哦，我想先请教一下那个都发局吴局长，灾民在原地重建，若以为冠为例的话，那我都假讲诶，已成立更新会，然后爱真济，包括建价、权力变化计划，这这家建筑规划设计，加拢爱需要钱，这个项目佮包括这个。咱中介过程有一个周转金，这个周转金的部分，是不是咱当初时咱政府有讲讲中间的过程要讲到卡手？先跟议员做说明哈。我们过程当中是告诉他有建物的补贴、嗯，这个建物的补贴已经相当于他原来建筑的价值，嗯，这是拿来作为重建的补贴，嗯。第二个还有低利贷款。
哦，还有滴滴贷款，对啊，可是贷款并不是现在就可以马上贷款啊。是，所以我要跟院报告，就是说贷款还没有开始之前，你每一户大概也有两百多万，嗯，每一户大概也有两百多万的一个建物补贴，好，又一个建物补贴，那这样这个重建的一个滴滴贷款，我想在这个会跟我想他们讲周转金是921里面，嗯，它都有，嗯，可是921大家知道它是全岛50万，半岛20万，嗯，相当于一坪，它只有1万多到2万。那我们现在围观的部分是以一坪58000，在均价大概是58000的一个建筑的一个补贴价格来给它，就是希望能够用比较好的一个条件，嗯，能够加速它重建。所以我刚刚讲过，大概如果以大概一户大概200万到250万的一个建物补贴，再加上这一个如果在未来的一个重建，它的一个第一贷款，它等于大概有500多万。那500多万的话，对于要以新建一个大楼来讲的话，是够的。不过它现在的真正的应该要去面对的一个状况是说，我当天也有跟这个杨医师他们都有说明过，要赶快先去模拟那个基地，到底未来剩下的基地是不是真的足够来兴建，我觉得才是后面他要去思考的重点。所以当天杨医师也有在拜托我说，是不是先私下找个建筑师，对对，先来帮忙先做这样的一个模拟。那这一点我已经有在委请私下拜托一些建筑师来先帮忙，就是让他先大概知道说他未来真正要面对的。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说，嗯，他未来在重建的过程，真正的难度是后面你怎么去盖的那一栋。当然，不是钱的问题。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我们尽可能还会在帮助。可是，他真正要面临最大的困难是，剩下的基地到底要怎么盖？他们住户之间要有什么样的共识，是才有办法去兴建那一个部分？就很明显的啦，在重建的再来的过程，其实有重重的难关呐。那其实一直希望是说，市政府真的要去全力的协助。哦，那看到他们重建完成，我想市政府也了了一个心愿呐，哈。那所以包括我刚提的周转金的部分，或许不需要，可是我觉得框列起来是市政府对于重建受灾户的诚意。那我刚刚说同理心的问题，就是这个意思。就讲你迄个神看40几亿内底，其实无任何一条钱是看到通想要完地重建的人有关系的钱啊！啊，当然这就是心内感受。当然你安尼分析，我想真侪社会大众嘛听有，总是来讲迄个感受的问题。所以我想，还是要再一次拜托市政府，对于重建的过程，哦，一定要全力协助，而且速度要加快。是，因为现在你还没有划定都市更新区啊。是，那都市更新区划定这件事情，我其实也跟您私下讨论过，其实没有，就说讨论说真的没有办法说现在就来划定吗？其实这个是可以是齐头并进的事情。所以我也跟议员做说明了哈，因为我知道他们一直想用汛情划定。对。那汛情划定也是要有二分之一啦哈，那是因为现在的那个要出售的这个部分，他现在会面临的状况是说，因为有将近50%多的这个售地户，他还有银行贷款的问题。嗯，那到底他是不是愿意？你说要售地、要卖地的来得五国乡哇，是够银行贷款不？对对，所以他必须还要这边面临说，这些售地户愿不愿意在第一时间就把所有的土地价款要拿去抵付银行贷款，这个都还没有办法确认，嗯，所以会造成他的过户。再给一分钟。过户的时间是延长的话，即便你现在要去推二分之一，都有可能造成。你不一定会过，即便过了，你接下来的都更计划要再盖同意书，万一他的迟延交地没有办法处理，你还是要面临更改都市更新范围的问题。所以我当天也有跟杨医师在解释一下，所以他大家也要了解。所以我们现在原则上是说，如果9月2号截止，我们已经确认有多少，那我会拜托公务局再赶快给我已经确认过户完的资料，没有问题的，我们来看看二分之一能不能过得了。如果确定可以，我马上就核给他这个都更的范围。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也在跟他过程当中跟杨医师建议，就是说建金公司的考虑是可以，他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嗯，他通常结合了建筑师、建设公司跟银行，他们是三个在一起的话，他可以帮他从后面所有的程序都一路处理到结束。那这样的话，起码对他的重建信心来讲，他就有一个专业的后盾在里面。那对于市政府来讲，我们就可以全力控管这一个建金公司的。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请今天早上最后一位发言，王家珍议员。
那个副市长，刚刚您讲到一个关键点哈，我想就教育副市长，您刚说这个叫做天灾，是法律之外的。您刚这样讲对不对？是。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并不是我们预期的，我们不是也有一些相关的所谓灾害防治法这样子的一些法律，来针对天灾可能引申的问题帮忙做救助，没错嘛，对不对？那现在我要跟副市长请教，就是说，请问你们这16.3亿是不是贵府已经拍板定案，一定要做了？我想请教一下。是，跟王爷报告哈。是。其实我们的心情都一样，第一阶段市政府所做的任何对于人跟建筑物的照顾，是那个可以说公平。哦，今天你讲说，500亿够不够？上次来议会又讲要800亿、1000亿的，对不对？那社会大众也不一定都要认同800亿、1000亿啊。所以我讲这个是法律之外的。那对于房子的照顾也是一样。哦，其实政府去做任何一件事情，他一定有他的思考的依据。不是。哦，那第一阶段就是把所有应该对老百姓的照顾都已经公布，有27项，那个可以让社会去公布。那个副市长，对，您要想到一个关键点哦，我们还是要讲法的东西在嘛，对，对不 对？因为你今天所延伸的疑义就是说，我们认为如果你今天可以 apply 到所谓的教室也都是危险教室，你把它照应于0206，所以你要用他的钱嘛，你这样子的一个释法性，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站住站不住脚，是让我们大家抨击的关键点。绝对不要引导到说，哇，我们在野党说不赞成说修缮教室，当然不是这个问题嘛，我们绝对赞成嘛。可是你不能用现在你们的自由新政嘛，基本上你们现在做的就是你们零零列列24校39栋。那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人事都会更迭，可是呢，如果法条它可以维持它的连续性，刚刚我们在讲呢，处长在讲，我们的法制处长在讲说，当时你们认为不要成立基金会，可是显然如果你不成立基金会的话，将来可能有其他剩下的款项，还有一些不见得是短短的赖市长所剩的任期之内你就可以完善处理好的问题。赖市长可能去当大总统，我们这些辛苦的乡亲要继续在台南打拼，那你这样子摆在一个台南市的，甚至你这个会不会呈现在预算书里面，都值得我们要来问一下。那你为什么不一劳永逸，用一个更妥善的方式去成立基金会呢？那还有，所有的一切都是人在做，可是我们有时候人有所不足，你当然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我们自己的道德良心嘛？今天可以随便开口要1000，要2000，你有人觉得我500就够了嘛？我们就不用去算这个了，对不对？我现在一直要讲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能够随便就 apply 说哦，那个教室是要修缮的，要修缮的还有很多，政府公部门很可能因0206。那我们现在缺钱，我们也可以讲，那里面来洽公的不是你们公务人员，是一般的民众乡亲，他们也有可能造成的生命财产安全，那这样子说得通吗？因为就是议会也 有这个想法，就是一般的道路跟公共设施，我们是全部跟中央申请中央补助款。今天绝对没有说办公有危险就不处理，像山上跟南投区公所是重建，中央是一毛钱都没有减，全部给。哦，这都有想到。那原来的思考模式是说，我们第一阶段的照顾已经照顾了27项，哦，包括摩托车、包括汽车等等，全部都有，包括补助或者教育，甚至副座，对不起哈，很抱歉我打断您的话，我还是要讲。这个都基本上取决于赖清德市长的一个意志的贯彻，而不是让我们更有信赖感的一个公的一个面向嘛。你刚刚讲说你都有考虑到，
那我们提出别的意见，能不能也？再给一分钟。没有，最后一句话，你们是不是已经一定会做了？这个我跟你讲，就是跟你报告了，重建委员通过以后是监督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哦，其实3%那个60%以上都是外面的人，包括灾民代表也有3位。这个监督委员会会到多久？它的法定的公信力是什么？对不对？对。如果这个政府换了2年之后，这监督委员会是怎样？对，这个是不对。王议员给30秒给那个肖处长好了。做外面，副市长的一个，哈。对不起哈，来谢谢副市长，来法制处。那个王议员。那个我不是善款委员会的委员呐，哈啊，不过我有一次是唯一一次参加善款委员会，那一次会里头哈是正好有去提到了哈，就是说那个灾害防救法45条，好啊，确实委员会里头的委员也有提到，好，那第一个就是说，这一次善款那么多，跟围冠的倒塌确实是有关，所以大家是说啊，围冠大楼的照顾要优先。给声音，谢谢。对于那个要不要成立基金会，坦白说，我法制处去那边是两岸并存的。那两岸并存，大家也是觉得说，如果不成立基金会的话，在动用上会比较灵活，也比较快啦，哈。这是为什么在善款委员会后续就没有再处理？哦，这个部分我要跟王议员补充。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您刚提到那个灾害防救法45条的那个部分，整个法条的原意确实是有去提到第一个。专款专用，第二个不能够当作机关业务的延伸，好，这个是它的限制。那第三个就是我刚刚去提到，就是要尊重这个捐款人的意愿，哈，这个是比较积极一点。好，谢谢肖处长。其他大概都是概括的规定。刚刚那个郑王雅莹议员已经把那个法条念得很清楚，哈。那我跟那个各位同仁报告一下，我们今天早上有14位同仁第一轮发言，3位。第二轮发言了哈，那这些同仁的发言当中，我要请记录人员记录清楚哈。第一个，我们要请0206赈灾善款那个委员会哈，提供当初委员会全部同意，动支16.3亿作为那个校园安全维护的这样子的一个经费。那第二就是我们所有发言的议员。都支持校园建物安全，但不支持动用善款来支应。只有李维应议员、唐碧儿议员支持啊，动用善款。我想这个要对社会跟对历史要做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但是林怡景议员有特别提议，应该函示中央，请中央解释这个。如果动用的这个善款是不是符合我们救灾法45条？虽然这个跟刚刚处长的解释有一点重复，但是我把刚刚所有同仁的一个意见，哦，做一个附送，哦，那我们今天上午的会就开到现在。有啊，我第一个就讲了，委员会啊，要提供那个委员同意的。好，来，迄个蔡议员，马紧，咱下晡还阁有点半，阁继续开。你点半以后还阁讲，吼，下早呀，我拢有甲你记录落去啊，吼。那我们就休息1:30再继续。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